只国王却不想当国王，只因我根本不懂什么帝王之术，更没有秦王扫陆河的霸气。可那些奸臣却疯了似的想要将我推举为国王。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我正拿着刚刚拆封的卫生纸观赏着屏幕内的小姐姐，可面前的屏幕却出现一行小字：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最想回到那个时代，被打扰的我直接开喷。用最精简的文字表达了我内心的愤怒。可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周遭已经变了一副样子。我不仅穿越成了废物四皇子，还被一群奸臣推举成了新皇。就在我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完蛋的时候，耳边却响起一道声音。 王国奔现系统激活成功，您可以叫我大奔。我整个人如遭雷击，神特么的大奔。还有王国奔现是什么鬼？手环再次传出一道声音：只要您让前朝覆灭，就可以回到现实。而我奇怪的反应，也让一旁侍奉我的女人感到十分疑惑。这个废物是怎么回事？以前他只要一见到我就会露出猥琐的笑容，可今天却盯着一个手环发呆。我突然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女人，可紧接着面前就出现一行行小字。 居然是这个女人的所有信息，而且她还是奸臣派来监视我的内奸。诏书瞬间瞪大了双眼，因为在刚刚的那一瞬间，她居然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而我同样打量着面前的这个漂亮小姐姐，从山峰一路看到沟渠。这时，一道令人不快的声音将我打断：“陛下，您似乎有什么心事？”闻声我这才注意到，下面居然还有两个家伙，他们的信息也出现在我的面前。 李天元、前朝又丞相，赵卓，前朝左丞相。一时间，我只感觉后背被冷汗浸湿，因为这两个家伙就是推举我为新皇的奸臣。这时，赵卓突然开口：“殿下怕是担心这块到手的龙椅坐不稳了。面对他的挑衅，我只是平静地回答道：‘他，我巴不得坐不稳龙椅，早日亡国呢。’赵卓又再次阴阳道：‘先帝的遗诏可是让在外面领兵的太子屠苏即位，殿下怕是担心这块到手的龙椅坐不稳了。’他虽然不会推开棺材盖杀了咱们，但是那屠苏就不好说了。”说着，他大步走到我的面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玉玺。 只要陛下下达一道圣旨，让屠苏下去陪先皇，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只要杀了太子，那我就不用担心自己坐不稳皇位。可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他们像傀儡一般操控。那种没有小姐姐被人操控的日子，我是一天都不想过。看着他手中那闪闪发光的玉玺，我直接一把夺了过来。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被夺走玉玺后，赵卓疯狂的尖叫起来，让我不要冲动，一定要冷静。可他的话，我却一点都没听进去。来呀来呀，你现在就干掉我！ 穿越成了傀儡皇帝，还被两大奸臣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我却直接掀了桌子，一把夺走了属于我的传国玉玺。现在我才是皇帝，玉玺今后由我保管，杀谁不杀谁也由我说了算。此言一出，瞬间将诏书迷成了小迷妹。殿下原来是这么硬气的小哥哥吗？那句“谁赞成谁反对”，简直不要太帅。原来殿下先前种种废物的行为都只是演技吗？而我将玉玺毫无防备放在脑袋上的行为，更是吓得赵卓六神无主。你小子还没登基就嚣张了是吧？我有本事扶你上去，就有本事弄死你。听着他的威胁，我却笑得更欢。来呀，来呀！ 你快来弄死我呀！就在赵卓忍不住上来准备弄死我的时候，诏书却从后面抓住赵卓，让他冷静一点。这时，李天元站出来打起了圆场，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还是先冷静下来如何？他平静的样子让我有些意外。突然露出一抹笑容，那就看看这样你是不是还能沉得住气。于是我抓起玉玺扔了出去，哐当一声，大殿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可我却只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手滑了。要知道，传国玉玺象征大秦的气运与权威，而且它还是帝王号令群臣，全域天下的信物。可就是这样的宝贝。 却被我摔成了碎片，摔坏玉玺可是死罪。挑衅到这个程度就不信你们忍得了。这下你们是不是要立马弄死我，让我完成灭国任务？赵卓一脸愤怒的指着我的鼻子：“你拧你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可就在他马上发飙的时候，李天元突然一把将他拦了下来：“陛下说笑了，整个天下都是您的，更何况是一个玉玺，摔坏就摔坏了，又不是什么大事。陛下您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说完，李天元就直接赵卓离开了大殿。见状，我连忙朝他们大喊。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真的不弄死我吗？可他们却置若罔闻，走出了大殿，回到书房后，赵卓当即表示一定要杀了屠业，接着又开始指着李天元骂道：“你这个没骨气的，居然还叫那小子陛下！”李天元怒斥他糊涂。现在太子屠苏在外，如果先帝在帝都死得不明不白，你猜我俩身为先帝生前的权臣，会不会是屠苏第一个讨伐问罪的对象？ 屠业摔碎玉玺，让我们手上少了一件对付屠苏的筹码。我们如今能仰仗的，只能是即将登基的他。所以说，难道你想说屠业是故意不让我杀屠苏才破坏玉玺？李天元回答他：没错，屠苏原本是屠业的绊脚石，但屠业登基已成定局，他反而重新思考和屠苏的关系。手握重兵的屠苏之外，能令你我在朝堂之上行事有所顾忌，无法过于架空屠业。如果我们逼迫屠业过审，他就会放任屠苏入京，与我们鱼死网破。屠业甚至会利用三方关系来驾驭我们。赵卓听后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是说那小子有脑子算计到这一步？你知道天子犯法和庶民同罪这句话出自哪？是出自百年前前国丞相卫行律大人之口。当年卫大人受前王重用推行新政，权势滔天，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其因为失去了前王的信任而遭到车裂之刑。而现在屠业说出了同样的话，表面上是说他的问题，可实际上就是敲打你我。
赵卓却仍旧是一脸愤怒，我可不管那些，我一定要杀了那小子。这次李天元没有再发表言论，之前拥立屠业是因为他在先帝众多子嗣中最好控制，不过如今看来，这家伙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无能。先帝啊，您的子嗣真是有趣。另一边，回到寝殿后，我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可这样的日子却不是我想要的，吃的不好吃，玩的不好玩，还要批阅奏折，关键是我连一个字都不认识，没有手机电脑的我简直快要疯了。就在这时，我的身边多出了一道人影，只见赵叔就那么毫无防备地站在我的面前，顿时他露出一脸娇羞的模样。陛下，我要侍寝了。听到他的话，我愣了一下，接着我就露出一副猪哥的样子。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这里简直就是天堂，穿成了古代的皇帝，可我却不理朝政，还广纳后宫，整日与我的绝美小妾在寝殿翻云覆雨。在将阿威十八式全部尝试一遍后，我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件事，被刺杀，然后回到现实世界。于是我扭头看向了赵叔，却注意到他头上的发簪，待会儿只要激怒他，给他创造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事基本上就办成了。于是我十分得意的给自己满上了一杯好酒。这时我开口喊到他的名字，你其实是赵卓派到我身边的内鬼吧？此言一出，赵叔心中咯噔一声，可明面上却还在强装淡定。陛下您说什么？淑儿听不懂。我开口让他不要担心，我并不在乎你和赵卓私下的勾当。接着我抓起酒杯一饮而尽，反正他安插你在我这，不就是为了控制监视我吗？我很享受和他玩的这场游戏，要不然这皇帝也当得太无聊了。赵叔听后遍体生寒，义父处心积虑把我送到他的身边，可在他的眼里就只是一场游戏吗？如今他和我摊牌，是不是表示他已经玩腻了？那义父肯定不会放过我。我没有去管他的那点小心思，而是装出一副喝多上头的样子，趴在桌子上。小样，快来吧，机会都给你创造好了。一旁的赵叔也没有辜负的我的期望，伸手抓向了发簪，明晃晃的针头也闪过一抹寒光。接着他蹑手蹑脚的走到我的身边。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猛地响起：王国系统升级完毕，大奔将继续为宿主服务。我听后直接傻眼，我特么都要完成任务回归了，你还升级个屁？可他却不顾我的想法，自顾自的解释道：吗？只要宿主可以将国力降到零以下，就算完成王国任务。目前国力为1000，以宿主目前的影响，死掉也不会影响国力变化。这也让我瞬间慌了神，这特么不是玩脱了？此时赵叔已经抓起发簪朝我刺来，来不及思考，我闪身躲过了他的攻击，伸手将他握在怀中，差点，还好我机灵反应快，可他却不打算就此罢休，用力挣脱了我的手，再次抓紧发簪朝我刺来。可不料他一个没站稳，朝后倒去，就这么将所有春光引入我的眼底。看着他哭唧唧的样子，我也感到有些好笑，明明是个战五渣，还想学人家反杀。我伸手抓过了他的发簪，你太心急了，被我三言两语就勾起了杀机，这样可不是一个合格的间谍啊。可赵叔却哭得更厉害，说着竟然直接晕了过去。再次睁眼，赵叔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幽闭的空间。叔儿，我交给你的任务办妥了吗？看到来人，赵叔吓得叫了起来。义父你怎么在这里？赵卓冷笑着伸手朝他抓来，这点事都办不好，留着你也没什么必要。赵叔吓得失声尖叫，却发现自己居然还在我的寝宫。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做噩梦，可他却小声问我为什么不杀他。我解释这只是一场游戏，而且我不但不会杀你，还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任由你传递信息，毕竟这样游戏才会有趣味性啊。只是用毛笔写了一道圣旨，就吓得王妃花容失色，甚至以为这是我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阴谋。可我只是单纯的不会使用毛笔写字。终于在两秒半后，我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接着回头喊到身后的赵叔过来帮朕写一道圣旨。不等赵叔反应过来，我便已经将他推到了桌子面前。加油爱妃，朕看好你。赵叔微微脸红，不知陛下要你什么圣旨。可我只是极为平静的说道，将包括屠苏在内的所有屠氏子弟全部除去屠姓，贬为庶人。此话在赵叔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陛下这是要作死啊，居然拿废除自家族亲的皇族身份。于是他鼓起勇气问我为什么要你这样一道圣旨。原来我通过系统规则得知，只要削弱屠氏王族的影响力，就能扣除大量积分，还能顺便打造我残暴的昏君的形象。赵叔看着我比 AK 还难压的嘴角，顿时有些汗毛竖立，连忙朝我道，是奴婢逾越了，请陛下饶恕。可我并没有怪罪他，而是大方地告诉他，当然是为了增加游戏难度，这道圣旨一下，朕不但变成失去家族支持的孤家寡人，还会背上冷血昏君的骂名。我让你来拟旨，你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赵卓，他一定会很高兴的。这个情报就算朕送给你的礼物。这一刻赵叔的心口砰砰直跳，这还是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送我礼物，明明知道陛下这是骗我，可为什么我还是会开心？而我也收到了系统提示，大幅削弱大前皇朝影响力，国力积分减少200。画面一转来到赵卓府邸内，赵叔拟完圣旨后便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看到来人，赵卓不满地问道他为什么现在才来。赵叔表示自己有重要情报要说，屠业下旨将所有屠氏王族贬为庶民。此言一出，两个老狐狸都被吓了一跳，那个小子到底是发什么疯？咱们才说要从屠氏子弟中另立新君，他就颁布这道圣旨。李天元没有理他，而是询问到赵叔，此事当真？赵叔搓着手指有些不好意思的同时，就是自己替陛下拟了这道圣旨。赵卓眼中闪过一道狠厉的光芒，一巴掌抽在了赵叔的脸上，说是不是你泄露了我们的机密？赵叔捂着发青的脸颊小声道，舒儿没有。然而赵卓根本不信，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贱人肯定是
赵大人，若是赵叔泄密，下旨的事怎么会让你我知晓？这是屠业的离间计。顺带敲打你我不要妄力行军。听到李天元的分析，赵卓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接着笑盈盈的将赵叔扶起。刚才是义父冲动了，你不会怪义父吧？赵叔回答不敢。随后赵卓又看向了李天元，看来你的计划要泡汤了。既然这样，那我就发动群臣，在他第一次上朝时尽情的羞辱他，让他知道这大钱是谁说了算。李天元还想说些什么，但很快就放弃了劝说。赵卓不是个做大事的人。 我也该有自己的打算了。与此同时，我看着你盯好的圣旨，现在只需要一个好时机颁布了。可尽管如此，距离清空国力积分还有好大一段距离。突然，我猛地想起历史上的亡国昏君，除了亲信奸臣之外，还要不理朝政、强抢民女、广纳后宫什么的。知晓这点后，我也决定效仿他们，将满朝大臣家中的所有女眷收作后宫。 变成了万万人之上的千古一帝。可我登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我的后宫扩大100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速我的灭国计划。不仅可以扣掉大量国力积分，还能给我谋一波福利，简直是一举两得。旋即我冲着太监大喊：“朕要见赵卓和李天元，让他们马上来御书房，一刻钟后，两人才慢悠悠地赶到御书房，看到两人，我当即笑道：快坐快坐。”就当这是自己家一样，赵卓却表现得十分不屑，骂骂咧咧地找了一个位置坐着。你现在已经登基了，明天是不是也该上朝熟悉一下了？说完，他心中冷笑：等你明天一上朝，我就要你好看。殊不知我根本不打算上朝，因为那种因为在我看来完全是加分项。于是我端起酒杯猛灌一口，上朝这种事改日再说，反正有两位爱卿，我相信没什么事是你们解决不了的。 李天元听后，依附果然如此的样子，果然拒绝了上朝的请求吗？他果然没那么简单。不但猜到了赵卓想在朝堂上打压他，还搬出了信任臣子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赵卓那点粗浅的计谋，在他面前完全不够看。可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满脑子都是广纳后宫的计划。于是我摆手告诉他们：“朕有一件事要找你们商量。朕现在贵为皇帝，后宫却只有赵叔一人，实在有失颜面。朕决定搜罗美女，广纳后宫。”听到这话，就连赵卓都被我这一操作惊得倒退两步。 先皇刚下葬就想着下半身那点事，这人也太不要脸了。就连一向冷静的李天元也是一脸错愕，专门召见我等，难道就只是为了广纳后宫？我无视了他们那副见鬼的表情，继续道：“这件事要尽快落实，二人都是一脸无语。”赵卓率先道：“陛下要搜罗天下美女，我是支持的。不过仓促之间，我直接开口将他打断，确实这件事很仓促，所以我们的搜寻目标就定在帝都。”赵卓也被我这句话怼得哑口无言，反而将希望寄托在李天元的身上。你一定要阻止这个傻波一。但很快我又继续道：“我想到一个最省事省力的办法。” 咱们就从朝中大臣家中女眷里挑选吧。离开御书房后，赵卓顿时不满道：“那个傻波一不理朝政，还要广纳后宫，这妥妥就是昏君的节奏啊！不过那小子在皇帝位置上自己作死，倒是省掉了咱们不少力气。”走在前面的李天元突然停下，回头怒斥赵卓闭嘴：“如果你继续这样轻视陛下，等待我们的会是诛九族的下场。”赵卓被他愤怒的样子吓了一跳。 李天元同样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顿了顿又道：“陛下刚刚的举动都是别有深意的高招。你刚定下在朝堂上打脸他的计划，就被他轻松破解，说明他对我们的意图了如指掌。可是那计划刚定下来，咱们就被召入宫中，根本没有走漏消息的可能。所以这才是他的可怕之处。不仅如此，他除了不上朝，还要广纳后宫，这一系列举动看似荒淫误导，却是针对我们。” 互为一体的连环计，赵卓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有自信，即便不上朝，也能掌控朝政，将群臣加女眷收入后宫，他就可以通过联姻方式直接拉拢大臣，挖我们在朝堂上的墙角。此言一出，赵卓瞬间慌了神。李天元突然笑了起来，让他不必担心，陛下传承图是血脉，这本就是理所当然，咱们做臣子的自然要好好满足他了。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下令让把整个京城的美人纳入我的后宫。我荒唐的举动瞬间引起了一众大臣的不满。可迫于我手中绝对的权力，他们还是选择了遵从我的意愿。自那之后，又过了几天，李天元朝我汇报之前，将所有图事都将贬为庶女，唯有钱太子屠苏因驻军在外，所以还未实行。我抬手叫停了他接下来的话。我不想听这些。接着，我一脸色眯眯的看向了他。我之前让你给朕挑选的后宫怎么样了？李天元赶忙解释道：“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并未找到陛下规定的人数。”说着，他朝后拍了拍手，吩咐到手下将人 带过来。不多时，一群绝色天仙的美人便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到他们后，我不争气地留下了两桶哈喇子。这难道就是天堂吗？就在我沉迷之际，他们突然齐声朝我喊道：“参见陛下！”我一把搭上李天元的肩膀，询问他这里的姑娘们有没有那种待绝活的。李天元面色微微一僵，微臣不知陛下所谓绝活的含义。他的话让我有些吃惊。这小子难道听不懂男人之间的暗语吗？李天元心中打鼓：难道是我的计策出了什么问题？原来这其中有两位女子较为特殊，在十多年前，大前的两大豪门因触怒先皇被满门 超斩，而他们唯一的后代却被李天元偷偷救下。这十多年来，李天元从未跟任何人提起他们的身份，还将全部的心血倾囊相授。就在前来皇宫的前一天，李天元召见了二人，并将诛灭他们满门的仇人屠千军死亡的消息告知。虽然你们没能亲手报仇，但那老东西还有一个子嗣屠业，我可以给你们铲除他的机会。不过他的心机深沉，而且还荒淫暴虐，你们怕吗？二人听后当即立誓，只要能让我等亲手报仇，我等万死不辞。想到这里，
李天元才终于放下心来。就在这时，突然大叫一声，这两个小姐姐非同寻常啊！李天元心中咯噔一跳，不可思议的看着我，这就发现了。而他们的信息也暴露在我的面前。诸葛杀，为复仇灭国而接近宿主，范陶朱同样是为复仇灭国而接近宿主。看到这里，我突然扭头看向了李天元，暗暗夸他干得漂亮。我就需要这种特殊人才。于是我大步走到他们的面前，报上你们的名字。两人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奴婢阿朱，奴婢阿沙。听到他们的介绍，我摸着下巴凑到阿沙的面前，你似乎有点紧张。 这也让李天元心瞬间沉滞谷底。阿沙性格内向，在涂液的气势下说不定会暴露。我挑起他的下巴，让他不要害怕。朕可是很平易近人的。接着我便开心的在他的脸上来回揉捏，可他的表情却变得愈加扭曲。系统突然弹出紧急提示：恭喜宿主发现诸葛杀的隐藏属性。我心中暗道一声不好，接着就听到一声摔倒的声音。我就只是想上演一出宠幸的戏码，没想到诸葛杀这么不敬宠啊！这下李天元一定会担心暴露，将他给换掉。 我不其然，李天元突然跪倒，微臣失察，雪人不当，让此女在陛下面前有失礼，微臣罪该万死，微臣这就将此女，我伸手将她拦下，接着将诸葛杀一把抱在怀中，我就喜欢这样害羞的女子，爱卿果然懂我。闻言，李天元擦去了额头的冷汗，谢陛下。为了演得更真实一点，我直接开口道：今晚就由阿沙侍寝。突然，我注意到一旁充满杀意的眼神，可我却将他的眼神误会成了不满。难不成阿朱小姐姐也想一起侍寝？ 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喊来了两位绝色天仙的小姐姐和我侍寝。可就在当他们做好准备献身的时候，我却并没做那些猥琐下流之事。虽然他们很漂亮，也很可爱，但他们却是派来除掉我的卧底。不过既然是李天元送来的人，那他们肯定有超乎常人之处。可系统只显示基本资料和能力指数，其他的则是一概不知。迟迟没等到，我怜爱的阿朱此时也感到无语。 这个昏君为什么还不来？明明我们都做好了献身的准备，甚至受到各种凌辱，最终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可是现在，想象中的场景却并没有出现。比起被那样对待，什么也不做的涂夜看起来更可怕。阿朱突然想起李天元之前叮嘱过的话：涂夜此人心机深沉，尽管他十分好色，但却很难被美色迷惑。更何况赵卓以抢先将诏书送给他，他既是你们盟友，更是你们竞争对手。你们要取得涂夜信任，必须要在色相之外展现出对他额外的价值。相信你们知道如何展示自己的额外的价值吧？就在 他们还在思索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开口询问到他们：“你们有什么才艺特长之类的吗？”闻言，二人心中一沉，果然来了吗？阿沙掰着手指数了起来：“奴婢擅长占卜、观星、测字、风水、炼丹之类的。”听到这里，我嘴角勾起一丝笑容，满意的点了点头。可他接着又补充道：“奴婢还擅长房中术。”一旁的阿朱无语的看了他一眼。 心中暗道：“你是认真的吗？我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看向了阿朱。你的特长又是什么呢？”阿朱身子微不可察地抖了一下，有些不知如何开口。自己出生假商之家，自幼跟随祖父出入各种生意场所，耳濡目染下，自己不仅擅长计算财货，也擅长计算人心。但祖父的遭遇让我明白，同时拥有这两项技能，很容易遭上位者猜忌。复仇的前提是保全自己，要在展现价值的同时，把自己包装成人畜无害的形象。想通这点， 他露出一个傻白甜的专属笑容，奴婢没有任何特长，不过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家中传下的万贯家财。我特么直接卧槽，他的形象也在我的心中变得无比高大，这就是超能力的力量吗？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起来，该怎么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我覆灭这个国家呢？很快我便有了决断，朕贵为一国之君，怎么会看得上阿朱小姐姐的家财呢？相反，阿朱小姐姐可否愿意替朕掌管国？ 阿朱瞬间露出了无比惊恐的表情，而我则是对自己的决定暗自得意。阿朱出生商人世家，相比不动声色的掏空国库，也一定轻而易举。至于出生方土世家的诸葛杀，刚好可以效仿历史上徐福炼丹。于是我告诉阿沙，你今后作为朕的国师，掌管太医院， 负责为朕炼丹延寿，这样的安排不就是一个亡国之君该有的标配吗？可很快，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脸认真的看向了还在懵逼的阿沙。以后见朕的时候必须穿着道袍，这样的恶趣味让阿沙感到十分不适。然而这样的思路却让我打开了新的大门，以后必须给我的后宫全部安排一套新的装备。什么少儿娘，你不装统统安排上？ 明明掌握无上权力的朝中权臣，却非要想着掠夺皇位，还要伪造圣旨下令赐死太子屠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夺得那触不可及的皇权。伪造好圣旨后，赵卓也变得无比兴奋。只要除掉了屠苏，屠业外无援军。那天下还不是任我拿捏？想到此，他高声喊道：“护卫！”不多时，一道脚步在屋外响起。只见一个身穿盔甲的男人跪倒在他的面前。赵卓拿出了准备好的盒子：“我要你立刻动身前往北郡，将这道圣旨交给镇北军统领屠苏。你要亲眼看到屠苏自刎， 再把他的脑袋带回来，我要给陛下送一份贺礼。”而在赵府的屋檐之上，男人将刚刚听到的一切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将这份无比重要的情报传递了出去。与此同时，某处密林之内，一只数十人的骑兵小队正骑着骏马朝北郡赶去。可他们的行踪却早已暴露，为首的蒙面女人已经收到了男性。可就在他下令准备动手的那一刻，自己却因为脚下打滑，整个人瞬间失去重心，随后就听到女人一声尖叫，砰的一声掉在了茂密草丛里。看着掉下去的首领萧，两人却是习以为常。萧不满的声音猛地响起：“废物东西，动手！”正在行军的赵信也预感到了不妙，随即下意识看向了草丛。
再看到突然多出的马首，赵信连忙呼喊部下赶紧停下，可身后的士兵却没那么好运，快马也因为跑得太快被那根麻绳绊倒。就当他们准备起身的时候，背后却炸开了一道火光，只见数十道黑色身影从空中出现，他们将手中早就准备的暗器挥洒一空，赵信挥剑挡下了全部的攻击，而在他的面前则是两道持刀的黑衣男子。赵信顿时怒道，区区逆贼竟敢拦截圣旨，仅仅只用了一刀就斩杀了面前拦路的二人。突然一道鹰啼响起，只见高高的圆月上竟然竖立着一道人影，可还不等赵信反应过来，锋利的匕首便已经出现在他的脖子上。赵信顿时知晓了他们的身份，然而冰冷的刀锋却不给他说出的机会，一道黑影跪倒在萧的面前，将刚刚缴获的圣旨拿了出来。女人摘下了兜帽，果然那个昏君下旨让屠苏太子自刎。男人听后显得有些迟疑，既然是陛下的圣旨，我们今晚的行动是不是有些愉悦？突然一颗石子划过了他的侧脸，你难道忘记我们坤卫的初心了？有光便有影，为潜能生坤，我们坤卫行于黑暗之中，便是为守护先皇乾元帝。我们可以行事阴狠，手段血腥，但不要忘了我们效忠的对象是先皇。先皇生前立屠苏为太子，如今先皇已逝，我们理应遵循遗愿辅佐屠苏。如今屠业不但篡夺皇位，还要暗害太子。可还没等男人从萧首领撕碎圣旨的举动中回过神来，就又听到他说，当朝天子才是我们要铲除的对象。说完萧又交代男人将这里处理干净，太子屠苏远在北京，往返帝京哪怕马不停蹄亦需要四天，四天之内屠业暂时发现不了圣旨异常，在此之前我要亲手将其斩杀。与此同时，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又是那个美女在想我了吗？五天之后，赵卓却迟迟收不到赵信的回音，突然一道人影走了进来，赵大人你在等什么？赵卓心虚地表示没有，接着又反问他来做什么。李天元笑着告诉他，自己此行是来报信的，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赵卓不由得感到疑惑，能有什么坏消息？李天元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当然是你伪造圣旨杀屠苏的计划失败了。赵卓瞬间瞪大了双眼，恼羞成怒地抓起了李天元的衣领。李天元打开了他的手臂，咱们立场一致，你没必要骗我。赵信早在五天前就在城郊被劫杀，下手的正是坤卫首领萧。赵卓心里一阵抽搐，他怎么会？李天元将他打断，还是先听听好消息吧。萧虽然杀了赵信，却误以为那道圣旨是屠业所下，而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屠业。明明是一手遮天的甘朝宰相，却被一道消息吓得惊慌失措，只因这道消息很可能要了他的小命。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质问李天元为什么会知道这等绝密消息。李天元十分不屑，赵大人无需知道具体原因，不过你的运气不错，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我们可以借助此事打破陛下加持在屠苏与你我之间的制衡。今天陛下在乾元殿大搞后宫饮宴，人多眼杂，如果萧要对陛下动手，今夜会是最好的机会，所以我稍微运作了一下，让今夜的禁军守卫格外松懈。现在以萧为首的前卫代表了屠苏，所以刺杀无论成功与否，屠苏都会背上弑君的恶名。失去了大义名分的他，哪怕手握军队也不再可怕。听完他的计谋，赵卓眼神一亮，这招一石二鸟，不仅除掉了屠业，也让屠苏背上了骂柄。可李天元却让他不要得意，最后的结果还不得而知。赵卓一脸错愕，这么十拿九稳的计谋又怎么会失败？然而李天元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自顾自地朝门外走去。走出门外，李天元却是一脸忧愁，这个计划里我唯一算不准的就是陛下呀。按理说阿朱与阿沙对屠氏恨之入骨，今夜在乾元殿上他们自会伺机而动，趁乱对陛下下手。可是他们虽然聪慧机敏，但论心机真的会是陛下的对手吗？与此同时，我心心念念的 cosplay 也终于成功举办。只见一个个倾国倾城的小姐姐穿戴起了各种奇装异服，而他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今晚得到我的宠爱。与此同时，一道悦耳的铃声响起，一个身穿紫色西域服装的小姐姐踏入了这场派对之中，而她正是坤卫的首领萧。但很快她就感受到无数道杀意凌冽的目光，明明只是一群普通人，为何他们的眼神会如此恐怖？而在他们的口中，萧也成为了那个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小浪蹄。很快就有人上来提醒到他，虽然你的装扮很有想法，但想要和我们抢陛下你还嫩了点。就在萧受不了屈辱就要动手的时候，大殿外突然响起一道声音，陛下驾到。只见我在阿朱和阿沙的拥护下走了出来，刚一出场我就对在场的爱妃们发射了一道充满爱意的飞吻。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响了起来，直接扣除了200国力积分，而我的那些妃子却是疯了似的朝我扑来，可我脸上表情却没有半点变化，而是对突然扣去的积分感到意外。突然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小姐姐，没想到是专门赶来刺杀我的刺客。注意到我的目光，萧也感觉不可思议，随后他从腰间摸出了一柄短刃，不顾面前的女人就朝我杀来。是大前王朝最强的坤卫首领萧，如今打扮成了花枝招展的小姐姐来到我的舞会，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我刺杀。我有些错愕地看着突然抱起的女人，此时萧已经手持匕首冲到了我的面前，可身后的阿沙却还以为这是我提前排练的节目，齐声大喊道，大胆，竟然在敢陛下面前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原来就在五天前，我告诉他们自己要举办 cosplay 舞会，台下的女孩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是考试普雷？
我直接掏出了一件学生装。所谓的考试普雷就是角色扮演，爱妃们穿上喜欢的衣服来和朕开开心心的做游戏。虽然当时的他们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他们瞬间领悟了这场舞会的意义，就是通过角色扮演的趣味性让人感到刺激的感觉。在他们的眼中，萧所谓的刺杀是对我狂热的爱意。其他妃子也瞬间醒悟过来，这家伙竟然想通过这种手段独享陛下。不过既然已被我识破，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接着就看到那个先一步醒悟过来小姐姐从了上去，萧瞬间收起短刃，双手抓住她的胳膊，一套流利的过肩摔将女人制服。这也让萧感到十分疑惑，思索这女人是不是疯了，明明没有半点修为却敢对她出手。但很快他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凉意，只见一个个小姐姐宛如丧尸一般前仆后继地朝他扑来。原来他们都以为萧是为了和他们争夺我的宠爱。看着被人群越推越远的萧，我也不禁感到无语。此时萧的心中也翻起了滔天巨浪，为什么这昏君会被这些妃子如此爱戴？难道他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吗？不过他也不再仁慈手软，伸手抓起了那柄短刃。这是你们自找的。看到这一幕，我瞬间慌了神。那可恶是保证我扮演昏君完成拜国任务的重要人力资源。于是我赶忙出手阻拦道：“放过那些女孩。”萧有些疑惑地看向了我，他不明白我不趁乱逃跑还反过来阻止自己。殊不知我这一举动更是让后宫的妃子更加对我死心塌地。虽然救下了那些妃子，但我现在不能被那个家伙杀死，不然灭国任务就无法完成了。于是我开口朝他道：“朕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他冷声让我闭嘴，只会说嘴的家伙。但我又继续道：“我可以禅位给屠苏作为交换，毕竟你刺杀朕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屠苏登基吗？”萧闻言，萧的心中大惊，他居然知道我的身份和目的，难道这是一个圈套？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可现在我却主动将王位拱手相让，这离谱的操作直接把前来刺杀我的刺客打了个措手不及，冷声质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听到他的话，我突然笑了起来，做出一副洒脱的样子：“朕摊牌了，不装了。朕的目的其实是当一个混吃等死的昏君，王位哪有后宫美人香？我既没治国才能，也没当皇帝的欲望，还不如让给有能力的人。”伴随着我的发言结束，系统居然触发了隐藏任务。陈桥在临，如夜原本世界的历史。中太祖赵匡胤原本是后周朝手握重兵的大将，后在陈桥一发动兵变，逼迫周公帝柴宗训禅位，史称陈桥兵变。手环画外音。陈桥在临触发条件七，有手握重兵的将领率军在外二宿主受到威胁，逼迫向将领禅位，如禅位成功视为事件完成，将扣除宿主1000国力积分。听到这里我也愣了一下，没想到我的骚操作直接触发了灭国事件，当真是天助我也。萧一脸警惕地看向了我，难道这世上真有不迷恋权位的人？这一定是他的诡计。突然他冷声道：“我不管你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想拖延时间，只要我杀了你，结果都是一样的。”他的话让我头皮发麻，这小妞怎么满脑子想着干掉我？于是我再次开口：“现在杀掉我只会让屠苏背上弑君的骂名，哪怕上当皇帝也名不正言不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着想啊。”听完我的答案，萧也陷入了沉默，他忽然想起先皇曾交代他的话：“朕建立前朝，平息了北方战乱，你说朕算得上好皇帝吗？陛下文韬武略，杀伐果断，算得上千古明君，可惜朕那套手段只适合乱世打天下，接下来的前朝也许不需要朕这样的皇帝了。”萧大声否认：“前朝永远需要像陛下这样的帝王。”先皇突然笑了起来：“朕自知时日己无多，不过这对前朝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朕只希望继任者哪怕资质并不如朕，甚至怠惰荒唐，但只要能宽容无争，不急功近利。”回想起先帝临终之言，萧曾以为先帝所说的继任者乃是屠苏陛下，可现在怠惰荒唐宽容无争这个屠业身上的特质倒很符合先帝那时的形容。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这个答案：“屠苏太子是先帝嫡长子大前法定继承人，我怎可被屠业几句话动摇心神？”于是他再次爆发出可怕的杀意，一步步朝我走来：“既然你不想要这皇位，那便麻烦你去北郡临潼城一趟，与屠苏殿下当面完成禅位交接仪式了。”闻言我终于露出了笑容，只要完成了禅位仪式，这个国必灭。突然一道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阿莎拦在我的面前，想要挟持殿下：“你问过我手中的符箓没有？明明贵为一国之君，却整日不理朝政，到处寻欢作乐。可尽管这样，还有漂亮的小姐姐愿意在我遇刺的时候站出来保护我。”这也让萧感到无比棘手，他能感觉到面前的女人同样是个强者。果然他刚才那番禅位的说辞是为了拖延我的谎言吗？这昏君果然擅长玩弄人心。可实际上我对现在的情况同样感到一脸懵逼。突然阿朱搭上了我的肩膀：“陛下放心，阿莎方术实力强大，战力估计与那名刺客五五开，有他保护陛下，刺客没有任何机会。”说完这些，阿朱顿感自己刚刚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从我的脸上看到了一副势在必得的表情。原来就在他们被送来的前日，李天元曾问他们知不知道接近屠业后的任务是什么。阿莎当即道：“肯定是找机会干掉屠业，为我们的家族复仇。”李天元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你们的血仇哪是杀掉一个屠业可以解决的？你们的最终任务是让大前亡国，所以你们目前反而要保证屠业好好活着。”听到这个回答，两人都是一脸错愕。李天元继续解释道：“原本在众皇子中，屠业表现得最无能，我之前趁着屠苏领兵在外拥立他登基，就是要让大前在他手中改朝换代。”阿朱瞬间明悟过来：“您是让我们在他身边当乱世妖妃，诱惑他当亡国之君。”李天元满意的点了点头：“阿朱你果然心思机敏，一点就透，只是你猜到的。”
只是我最开始的打算。可在屠夜登基后，他的举动却像变了个人似的，之前的昏庸无能像是伪装，让我越发看不透了。所以你们要代替我近距离观察，找到他的破绽。看到李天元那如临大敌的表情，阿朱一脸惊愕，这还是李大人第一次露出这样的表情，难道他是在害怕吗？亦或者是极度的兴奋？李天元突然喊到阿朱的名字，你一向聪明，在他身边自可随机应变，而阿沙精通方术，执行力强，但心思单纯，只是有一点你要切记，绝不能让他与屠苏站在同一阵营。看到我嘴角那若有似无的笑容，阿朱更加肯定了李大人的猜测，屠夜的昏庸无能肯定是他的伪装。这次他邀后宫搞这个古怪的换装宴会，目的正是以此与坤卫接触，然后联合屠苏对付李大人。可惜你的计谋早就被李大人预判，而我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般从容，而是着急的上前拉架，发觉没用的我突然大笑了起来，甚至到最后我也停止了继续阻拦。我猛地朝后看去，死死地盯着身后的阿朱，果然看到他无比心虚地看向了一旁，差点就忘记这家伙也是李天元的人。李天元想要拿我当傀儡，所以他们肯定会阻止我上位给屠苏，必须控制住阿沙的行动，才能完成陈乔在零突发事件。这时系统又再次响起，有手握重兵的将领率军在外，宿主受到威胁逼迫向将领上位，如上位成功视为事件完成，将扣除宿主1000国力积分。听到这，我露出了瘆人的笑容，怎么差点忘记阿沙的弱点了。于是我不动声色地来到阿沙的身后，一手将他揽入怀中，另一只手则挑起他的下巴。朕身为九五至尊，怎么能让自己心爱的妃子保护自己？果不其然，我超高的手法直接让他缴械。阿沙身体一软，整个人瘫软了下去。旋即我立马看向了萧，快点，趁这个机会挟持我。我莫名其妙的话让萧感到十分疑惑，这家伙难道是脑子坏掉了？可我还在着急地朝他大喊，你 TMB 到底还在犹豫什么？等侍卫赶到就来不及了。这也让萧感到一丝紧迫感，见他动了起来，我也松了口气，无比配合地被他反手抓了起来。而我怀中的阿朱却直勾勾地朝地上倒去，就在他即将摔下去的时候，他居然就这么停在了半空，而他的病娇属性也彻底觉醒，绝不让除了他和阿朱以外的女人碰，因为一旦有其他女人碰到我，他就会陷入暴走的状态。那极致的威胁也让萧感到背后一凉，只见阿沙一脸杀意地看向了自己，敢和我抢男人，是擅长防中术的绝活小姐姐，也是绝对病娇的冰山美人，因为一旦有人触碰了她的男人，她就会对那人发起不计后果的围杀，直至将那个目标杀死为止。那可怕的气势就连武力值拉满的萧都感到一丝恐惧，萧用力握紧了手中的短刃，似乎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一丝安全感。只见阿沙双手快速做出几个复杂的手势，接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离顿三昧真火，下一刻一道炙热的火焰出现在他的手中。此时的他宛如火神降世，似乎只要一击就能铲除这个勾引他男人的家伙。萧心中警钟作响，我更是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要是萧被干掉，陈乔在临事件会妥妥的失败。于是我朝他大喊，快点躲开地，甚至身子也跟着扑了上去，你丫的是不是傻？此时阿沙的攻击也落了下来，一道炙热的火光在刚刚的位置炸开，那火光瞬间照亮了整个皇城。可令人感到戏剧的是，我居然不小心亲上了刺客的嘴巴。反应过来的萧面色大变，可还不等他动手，后脑就重重地撞在了地面，他的意识瞬间消失。阿朱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我的方向。待到烟尘消散后，我才从刚刚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就收到系统说我任务失败的提醒，接着又告诉我触发了秦王绕柱事件，如今刺客已经被宿主制服，国力积分增加100。我不甘心地朝天怒吼，这是什么狗屁规则，哪有任务失败还要加分的？这一幕也将身后的阿朱吓了一跳，好可怕的气场，明明两大高手都已经倒下了，可他居然一点事都没有。李大人，我慢慢能理解你说起屠夜时流露出的那种表情。在不知过了多久后，刺客萧终于醒了过来，在他睁眼的瞬间，我就笑呵呵地朝他道，你没事吧？看着他疑惑的眼神，我大笑着朝他介绍道，这里是朕的寝宫。萧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镣铐，怒骂我真是个卑鄙小人，被他这么毫无理由的辱骂，我也有些疑惑。接着就看到他十分委屈地朝我，就算你得到了我的，我赶紧将他打断，你在想什么好事？要是没有朕，你已经死在了李天元的手上。原来在萧晕倒之后，李天元已经带上了所有的护卫冲进了我的寝宫，在见到我安然无恙后，他立马下跪朝我表示歉，我大度地告诉他没事，可他却突然到要将刺客带走去调查一番。我立马抬手阻止了他，接着又说出一个憋足的脸，朕看他长得不错，我要把他留下来侍寝。李天元有些无语地看向了我，陛下，这个刺客很危险，臣担心。可我却理所当然道，朕就喜欢刺激的游戏，亦或者说你认为朕对付不了一个失去武器和行动自由的女人？李天元赶紧回答不敢。于是我朝着阿朱道，你好好照顾阿沙。接着我又喊来了赵叔和我一起，同时遣散了其他人。虽然陈乔在临的事件失败，但刺客小姐姐还有价值，只要把她送回屠苏那里，灭国计划就还能继续。看着我那不怀好意的眼神，萧被吓得失声大叫，要杀要剐随你，但别贴过来。明明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皇帝，却将直接顶级杀手制服扔到了床上，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杀手却哭着向我求饶，只因为他将我误会成连杀手贞洁都不放过的淫魔。此时他正奋力将我推到一边，还说让我快点杀掉他。你下圣旨赐死屠苏殿下的信使已经被我干掉，你早晚也会被屠苏殿下干掉。他的话让我感到十分疑惑，我什么时候说要赐死屠苏了？可他却让我不要狡辩，屠苏殿下才是先帝钦点的太子，
你不杀他怎么能在龙椅上高枕无忧？一旁的赵叔听后了然了一切，因为这正是他义父悄悄干的好事。看到赵叔微妙的表情，我瞬间明白了前因后果，一定是赵卓那个傻波义伪造圣旨。不过倒是可以将错就错，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再拉屠苏一波仇恨值。于是我挣脱了萧的双手，单手捂着脑袋大笑起来。我记起来了，这确实是我下的圣旨。身后的赵叔一脸意外地看向我的背影，接着就看到我回身抓向了一旁锋利的长剑。他手握那些重兵，应该是父王留给我的。就在赵叔思索我为什么要将这口黑锅背上的时候，却见我一脸冰冷地看向了一旁的萧。现在想想，用一道圣旨杀他太无聊了，我决定换一种更有趣的方式陪他慢慢玩。在萧惊恐的神情中，我直接一刀朝他劈了下去。随着哐当一声响起，想象中的冰冷并没有出现在身上。接着他就发现我居然斩断了他的锁链。你是不是疑惑我为什么不杀你？那我告诉你，你杀了我的信使，那就由你去给屠苏重新赚一道圣旨。父皇说屠苏是天生的战神，官为历练他登基为帝，封他为北郡王兼镇北军统领。朕看他却只是空一身蛮力，根本不足为惧。今天不仅要除去他北郡王与镇北军统领之职，还要剥去他的徒刑，废他为庶人。你告诉他，要是不服气朕的决定的话，不妨试试起兵造反，夺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朕就在前京等着他。而我的心底更是暗自得意， TMB 我这演技妥妥的影帝级别。但很快系统的提示再次响起，居然触发了二阶灭国事件靖难兵祸。我疑惑的在心中反问系统，这跟之前普通的灭国事件有什么区别？系统告诉我，明建文帝朱允文曾下令削藩朱棣，引发朱棣起兵造反，最终燕王入京造反成功，史称靖难之役。触发靖难之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帝都北方有手握重兵的皇族藩王存在，宿主身为帝王，下旨削除皇族藩王权力。如皇族藩王由此起兵造反视为事件第一阶段完成，扣除宿主2000国力积分。如皇族藩王率兵攻入帝都，视为事件第二阶段完成，扣除宿主5000国力积分。听到这里，我却突然大笑起来，不愧是二阶灭国事件，只要这个任务完成，我的国力积分绝对会瞬间变成负数。看着我忍不住狂笑的样子，萧更加确定我肯定有什么大病，但很快他又重新变得坚定。这样也好，屠苏殿下至少还有夺回江山的机会。明明是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刺客，可我却毫发无伤地将他放走，甚至大方地表示可以随时过来拿走我的脑袋，只因我觉醒了王国系统，只要被杀就能触发王国条件。看着我那无比狂妄的样子，萧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砍下我的脑袋。一旁的赵叔却感到无比震惊，因为我居然放走了行刺自己的刺客，甚至还故意激怒屠苏。就在我将刺客萧送走后，我又开始快速思考起来。虽说这个计划大概率会成功，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还需要依靠奸臣的帮助。于是我将目光锁定在赵叔的身上，差点就忘记赵卓那个家伙。赵卓之前不是一直催我上朝，这个点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于是我开口喊到赵叔的名字，朕最近对阿朱和阿沙关注比较多，冷落了你对不住了。赵叔害怕的跪倒在我的面前，赶紧回答不敢。我安抚让他不要紧张，朕之前不是说过你可以把朕的所有情况告诉赵卓吗？这次也麻烦你给他传一个消息，告诉他我最近要上朝听政府，让他做好准备。赵叔听后连夜将这个消息告知给赵卓。第二天日上八竿，所有的臣子均已到齐。随着一道脚步声在殿内响起，臣子纷纷朝那人恭敬的行礼道：“赵大人好。”赵卓宛如皇帝一般享受着他们的侍候，但很快他就注意到了异常，只因李天元的那个位置居然是空的。另一位臣子来到他的身后提醒他：“李大人身体不适，所以没来。”赵卓知道他就是不想来而已，虽然感到气愤，但终究还是不在意的摆手道：“既然李大人身体不舒服，少了他也无所谓。”说着，他的眼神变得凶狠起来。等我收拾完屠燕那小子，回头再找他算账。这时太监的声音响起：“陛下驾到。”赵卓有些不悦地朝殿外看去，很快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然而来的人根本不止我一人，只见赵叔紧跟着我的步伐一起走过来，这也让朝内群臣议论纷纷，哪有皇帝上朝还带着嫔妃的？可我却笑着扫过了众人：“才一个你们就受不了了？”众臣有些疑惑地抬头朝我看来，接着就看到让他们此生难忘的场景，我居然将365个后宫全部带了过来。当上皇帝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我356个后宫全部带上朝堂。殿内群臣也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纷纷告慰起先帝亡魂。可我的那些后宫却不管这些，好奇的在朝堂上走来走去。看到这一幕，我大笑着拍手叫好，甚至无比嚣张的朝他们道：“朕只是想让众爱妃体会一下上朝的感觉。”众爱卿应该没意见吧？还想看我出手的赵卓也瞬间傻眼，这小子到底想搞什么？突然，一位大臣的声音打断了众人，因为那发现自己不久前送进后宫的庶女也在其中。难不成这是陛下故意带他们上殿，以此来羞辱我们？赵卓直接开喷：“陛下，带后宫上朝不合理，不知陛下这样做有何用意？”可他的话却无法让我有半点羞耻感。朕贵为皇帝，朕说的话就是圣旨，朕做的事就是天意，你算个什么东西，又怎么敢评价朕？我嚣张的话让赵卓变得哑口无言。我居高临下的看向了赵卓。只要我够无耻，够没有底线，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奈何我。接着我回头看向了一旁的太监，还不快去给朕的爱妃看。很快太监找来了一个个蒲团放在我的皇位旁边，我指挥着一众爱妃坐到了我的旁边，大家就先凑合凑合。而我的这个行为直接触发了系统，扣除了我500点国力积分，顿时我露出一个无比兴奋的笑容，看来只要失去帝王的威仪就能扣分了。台下的众臣在看到我的表现也感到无比头痛，
这家伙就是个无能的昏君啊！赵卓面色阴沉地看着坐在龙椅上的我，等下就要让你好看。全部落座后，我俯视着那些对我不满的家伙。朕第一次上朝，你们有什么想要起奏的吗？听到这话，在场的众臣都变得忍俊不禁，好戏要来了。接着就看到赵卓一步迈出，臣有要事要禀报。最近有人在极东海岛上发现了祥瑞，献给了微臣。闻言我也有些兴奋，问他是什么祥瑞。只见赵卓嘴角挂起一丝冷笑，用十分夸张的样子介绍道，当然是灵兽苍龙。微臣心想，这象征着我大秦将兴，所以想趁今天把祥瑞献给陛下。可我听到后却变得无比失望，我才不想要什么狗屁大幸。赵卓同样注意到我那失望的表情，心中不由咯噔一声，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接下来的布局？最终他还是决定继续刚刚的计划，高兴道，陛下先看看这祥瑞灵兽如何。接着他朝身后拍了拍手，明明一心只想当个昏君，可我的臣子却觉得我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为了打压我在群臣心中的形象，赵卓说要送给我一个礼物，乃是代表着皇朝与长龙的祥瑞灵兽。就在我好奇他会带来什么的时候，却看到两个侍卫带着一只巨大的蜥蜴来到了大殿。看到那所谓灵兽的真正样貌后，大殿陷入了久久的沉默，我更是直接一口口水喷了出来。神特么的灵兽苍龙，这玩意就是一个普通的巨大蜥蜴吗？可赵卓却以为我是震惊的说不出话，于是无比自豪的指向了巨蜥，陛下请看，这灵兽苍龙是多么霸气。而他的心中更是冷笑不止，小子，我倒要看看你该如何应对。此时系统再次响起，提醒我发现了新的灭国事件，指鹿为马。在原本的故事中，赵高用这招将皇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如今我又碰上了类似的家伙。赵卓呀赵卓，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终于又到了我的表演时间了吗？突然巨蜥嘶吼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还对着我疯狂龇牙，侍卫连忙加大了手中的力气，众臣也在这时议论起来，等着看我的好戏。可我却摸着脑袋朝赵卓笑道，我看着这玩意根本不是什么祥瑞苍龙。听到我的话，赵卓更是冷笑不止，于是做出一副十分苦恼的样子，看来陛下不认可我带来的苍龙。那一众位大臣，你们说说他到底是不是苍龙？闻言立马有大臣站了出来，无比肯定地表示这就是苍龙，更有甚者直接拿出了古籍，表明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随后众臣朝我恭喜道，陛下有福，真的是祥瑞苍龙。听到他们的声音，赵卓无比得意地看向了我，我倒要看看你小子会怎么说。殊不知此时的我比他们还要高兴，照这样下去我就能完成亡国任务。可就在这时，却突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了质疑，这玩意长得那么丑，怎么可能是祥瑞？我一脸愤怒地看向了声音的来源，谁特么敢帮我说话？结果发现那个被刺我的家伙居然是我带过来的后宫。失算失算，没想到这些家伙居然这么力挺我了。但很快我就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于是我将希望寄托在赵叔身上。爱妃，你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赵叔一脸错愕地指了指自己，我无比认真地看着他点头了，我想听你说这下面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祥瑞苍龙。少女原本是赵卓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可身为皇帝的我却没有选择揭发，反而将我的第一手情报全部告知给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的灭国计划完美实行。我冷笑一声看向了赵叔，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吗？可赵叔却是一脸懵逼的僵在原地，陛下明知我是义父的内应，却一直将我放在身边，现在还要我在这里表态，难道他是想让我在他和义父之间做出选择？甜蜜的回忆出现在他的脑海，赵叔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选择，随后他突然站起，冰冷的看向了台下的赵子，可赵卓却只是自信一笑，聆听着赵叔接下来的话语。然而赵叔却是十分肯定的表示，这么丑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灵兽苍龙？在赵卓还在懵逼的时候，赵叔突然怒斥道，赵大人，你这怕不是在糊弄皇上？这可是欺君之罪。赵卓瞬间变得无比狰狞，那句你居然敢背叛我的话却死活说不出口。而我此时也感到无比痛心，你居然没背叛我，可我这副吃了屎的样子却让赵叔以为是我不够满意，于是他索性大臂一挥，朝我的妃子们高声道，姐妹们，我说的对不对？结果就看到我的妃子们个个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指责其赵卓的罪行。听到那一句句诛九族的话，赵卓的心瞬间凉了大半，求助似的看向了身后的夏大人，希望他可以帮帮自己。夏大人顿觉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撸起袖子就走了上去，放肆，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敢对赵大人无礼。可台上的女人却比他的嗓门更大，你才放肆，这天下是陛下的还是赵卓的？当初你不看好刚登基的陛下，还把我当作炮灰送进宫中，在那一刻我和你早就恩断义绝。夏大人被他的话气得怒气攻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一旁的大臣赶紧呼喊起太医，夏大人快归西了。可台上的妃子却是相视一笑，纷纷将自己父亲和家主干的破事全部说了出来。随着他们将所有罪证列举出来，那些还等着看我好戏的大臣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赵卓此时也意识到了一件事，李天元说的没错，这小子果然不是好惹。突然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因为他从我的身上感受到一股无比可怕的压力，而我拔刀的动作更是吓得他后背发凉。突然我一步走到他的身前，那一刻赵卓似乎看到了一条真正的神龙对着他拔出了口剑，可在长剑落下的那一刻，被斩掉的却不是他的脑袋，而是他那所谓的祥瑞苍龙。我走过他的身边提醒到他，为了这么一个怪物伤我君臣和气，实在是不值当，管他是不是祥瑞，朕都一剑斩之。今天朝会上的事朕就当完全没发生过，不知赵大人意下如何？赵卓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声音颤抖地说道：“陛下说的对，回到御书房后，我收到了成功破坏赵卓计谋的提示。不仅我皇权得到了巩固，就连国力积分又再次增加了2000。”赵叔看到我那副样子，也不由得感到后背发凉。明明已经震慑了群臣，为什么还是那副不高兴的样子？于是他小心地朝我道：“叔儿在朝会上的表现，您还满意？”我听到他的声音的愣了一下，随后强行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还行吧，要是更准确领悟我的意思就更好了。赵叔心中咯噔一下，果然我之前没主动领会陛下的精神，还需要靠着陛下开口提醒才站出来，让陛下对我失望了。于是他心中暗自发誓，下次一定会积极跟上我的节奏。而我并不知他脑子想的东西，而是思考起新的灭国点子。希望李天元不要再让我失望了。于是我再次喊到赵叔：“再替朕拟一道圣旨，朕要升李天元为太宰之职。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把我最讨厌的奸臣封为太宰。”此举也让赵叔感到无比震惊，因为在他看来，这不就是将自己帝皇的权力全部交出去的作死之举吗？而且还是在赵卓刚刚失利的时候。难不成陛下是想对赵卓和李天元动手，所以才用这道旨意分化他们吗？不等他想明白我这么做的含义，我已经将玉玺盖了上去。也就是这时，系统再次响起，原来是因为我之前的操作，太子屠苏已经决定起兵造反，而我的国力积分也因此减少了2000。我顿时露出了无比疯狂的笑容，这下朝堂上加的分这就被扣没了。真不愧是我。自此半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一道急报，镇北军大败前金龙乡卫，缴获辎重无数。在缴获大量军粮后，王将军无比兴奋地朝身后的军队大喊：“不用担心军粮的问题了。”随后他乘骑骏马来到了屠苏的面前：“陛下，我军南下十余天，之前一路未遭遇任何秦王军队，进军颇为顺利。但刚才与龙乡卫那一战，我军胜得过于蹊跷，卫将怀疑其中有诈。”屠苏反问他怎么蹊跷。龙乡卫职责是守卫前金，日常指挥权在李天元手中，其战力虽比不上镇北军，但也堪称精锐。可是刚刚他们尚未与我军交战，就丢下粮草辎重逃走，明显就是故意败给我们。屠苏称赞道：“他分析的不错。”萧震时也站出表示：“那个屠业阴险卑鄙，这一定是他的阴谋。”屠苏听后却笑了起来：“我当然知道他是故意的，我那个弟弟的心思我还不了解吗？”原来在十年前的某天，先皇提问屠苏：“有朋自远往来”的下一句是什么？可屠苏左思右想，十分自信地回答道：“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屠千钧一拳砸在了他的脑子上，身为太子，脑子却一点用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大钱交给你？可屠苏却变得更加自信：“儿臣的脑袋可好使了，昨天刚用头锤击败了好几个龙湘军呢。”生气的屠千钧直接惩罚他不准吃饭，还让他把今天复习的功课抄写100遍。就这样一直从清晨到傍晚，屠苏都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突然一块石头砸在了他的脑袋上，他回头看向了窗口处的少年：“真搞不懂，你明明是太子，怎么活得比我这个窝囊废王子还累？所以我很羡慕你啊，父王对我期待很高，他要我当一个流芳千古的明君，所以才……”屠业将他打断：“不能花天酒地享受人生，这皇帝不当也罢。”屠苏却摇头表示不行，因为自己姓屠，身为屠氏嫡长子，身为前国太子，我根本就没得选。屠业有些无语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哥哥，当即做出了一个无比大胆的决定：“我以后会抢走你的皇位，还要废去你的屠姓，让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刚刚登上皇位三分半钟，远在边疆的皇太子便起兵造反。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无动于衷，甚至为我那个傻哥哥感到无比自豪。原来屠苏在接到我将他屠姓废除的圣旨，他便立马下令举兵杀进前京，而他身后的士兵更是发出了响彻天地的吼声。与此同时，在我的寝宫外，赵叔面无表情地拒绝了李天元想要面见我的请求。可李天元却并不打算放弃，而是无比严肃地朝赵叔道：“如今镇北军距离前京只有800里，我必须告知陛下。”赵叔微微一笑：“此事陛下已经知晓，不过他相信李大人一定可以处理好此事，毕竟军权在您的手中，而且您还是太宰，应当为陛下分忧。”听完这话，李天元陷入了沉默：“陛下这是要我背锅呀？”于是他立马换上一副担忧的样子：“屠苏号称战神，镇北军又是大田第一精锐。”赵叔直接将他打断：“难道陛下不知道镇北军的强悍吗？所以陛下说了，你无需上阵，只需在后方运筹帷幄，只需展现我龙湘军的英姿，哪怕不敌也是虽败犹荣。”这话也让李天元感到无比震惊：“只需出战，无论输赢都可以？陛下的这个操作到底是什么目的？”交代完毕后，赵叔淡定地闭上了房门，而他也不由松了口气。在那个老家伙面前演戏可真累。我期待地看着赵叔：“搞定那个老银币了吗？”赵叔十分开心地告诉我：“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不过奴婢不太明白，一旦镇北军兵临前京之下，后果必定不堪设想。这种危急关头，陛下怎么放心让李大人带兵出城，还说无所谓输赢呢？”我眼睛一眯，笑呵呵地告诉他：“当然在乎，不过我要的可不是赢。如果真让他们留在前京，镇北军能不能攻破前京还真不好说。虽然李天元那个老银币很阴险，但指挥作战可不是他的强项，让他带领龙湘军，到时候肯定丢盔弃甲，战力大减，还会因为主动出击激怒屠苏。如此一来，晋南兵祸事件就能轻松达成了。”看到我那阴险的笑容，赵叔更加确定这都是我给李天元设下的计谋。看来李大人这次要倒霉了。离开我寝宫后，
李天元不断回想着我画中的身影，陛下倒想干什么呢？突然，身后传来一道无比愤怒的喊声，只见赵卓一脸凶恶地跑到他的面前，怪不得那天要装病不上朝，原来早就和涂夜商量好了要对付我了。李天元一把将他的手打开，你发什么疯？我什么时候和他商量对付你了？那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刚在朝堂上丢了脸，转头他就封你为太太？李天元听后只感觉赵卓就是个傻叉，这么明显的离间计，你是真的看不懂吗？可赵卓却变得更加愤怒，将李天元安插卧底的事情说了出来，一个被封为国师，一个更是执掌国库，你真当我是傻子吗？而且我还知道，那两个女人都是你当年收养的罪臣后人，你也不想涂夜知道他们的身份吗？刚想发怒的李天元又平静下来，看来是我之前的一些行为让你产生了误会，我觉得我有必要化解一下误会了，这也让赵卓意
李天元又再次强调了一遍，这就是可以调遣龙湘军虎符。我现将此物拜托赵大人保管，请不要推辞。原来在先帝还在世之时，出于制衡相权的考虑，他把两件国之重器分别交由二人掌管。赵卓身为左丞相，执掌玉玺，负责传达圣命，统筹百官；李天元掌管虎符，统御龙湘精锐，负责拱卫前京。正因如此，所以才能在先帝驾崩后，大前仍能保持现在的平静。可现在因为我的失误操作，赵卓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也让掌握军权的李天元感到十分害怕，甚至以为我对他的这次嘉奖和让他出兵迎战屠苏的命令是给他找一个送死的理由，这也让他感到十分不安，迫切地想将这烫手的山芋给送出去。可面对虎符的诱惑，赵卓却待在原地无动于衷。旋即他目光凶狠地看向了李天元，连你也跟我玩阴的是吗？我收到了消息，借了这块虎符就得带龙湘卫去硬抗屠苏的镇北军吧。屠苏那疯子打起仗来不要命，我可打不过他，要送死你自己去送死好了。说完他一把打飞了虎符，接二连三的挑衅也让李天元的面色阴沉下来。赵大人，是不是因为刚才我态度比较温和，让你对自己的现状产生了一些误解？李天元可怕的样子也把赵卓吓了一跳。李天元又继续道，你掌管的玉玺碎了，在百官面前失去了威仪，连赵叔都背叛了你，你的手上已经没有底牌了。赵卓不可置信地反问道，他，你是在威胁我？李天元没有回答，而是走向了被他打飞的虎符。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这虎符虽然拿着烫手，但却是赵大人你现在唯一能拿到的底牌了。你刚才说我玩阴的其实是不对，我这是堂堂正正的杨某，你现在还是左丞相，凭借这身份加上虎符能够调遣龙湘卫，所以这是我看在往日情分上送你的最后机会。说完李天元便大步离开了这里，直到李天元走远，赵卓才将嘴里的虎符拿出。他说的对，这已经是我最后能拿得出的底牌了，或者说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看着手中的虎符，赵卓突然癫狂地大笑起来，既然你们逼我，那就不要怪我了。那之后赵卓带领龙湘卫洗劫了前京周围所有的村庄，不管百姓如何求饶，却没有一人敢站出来反对。马车内，赵卓一脸不屑地看着车外的场景，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要不是我下令放火烧村，还不知道军粮要多久才能征集完毕。这时一身穿甲胄的男子走到马车的面前，将军粮征集完毕的消息汇报给了赵卓。最终他鼓起勇气朝赵卓道，我们明明要去应激叛军，可为什么要在这里洗劫征粮？说到这他沉默了一瞬，随后朝马车高声大喊，你知不知道征的这些粮可都是我大前子民的过冬粮，这既堕了大人的名声，也不免伤了龙湘卫将士士气。赵卓拉开了马车，袁将军，你是在质疑本大人的决定？你刚刚说士气，可你们龙湘卫就算士气拉满，难道就干得过屠苏的镇北军？此话也让袁将军半晌说不出话来。赵卓又继续开口，本大人只不过是为了你们的胜率做的一些谋划而已，只要我们避开叛军正面攻势，再在前京周边坚壁清野，断绝粮草补给，拖也能拖死屠苏。可大人，您坚壁清野的对象可都是我们大前子民啊。正因为身为大前子民，才要有为陛下牺牲的觉悟。这冰冷的话语也让袁将军感到不可置信，这真的是我大前的丞相吗？是大前最忠心的将军，却在大战前派出信使送给敌将投名状，他的如此低劣的手段却让跟随他征战四方的军队感到无比自豪。只因如今掌握兵权的家伙竟是个连牲畜都不如的家伙，居然下令让他们屠害百姓，抢夺他们的冬粮。在集齐军粮后，赵卓的心中更是无比得意，因为他根本不打算去和屠苏对战，而是想着自立为王。听到他那近乎癫狂的笑声，手下的士兵跑到袁将军的身后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袁将军稍微沉默了一瞬，便开口道，赵大人拿着虎符，我们不得违抗他的命令。说着他小声告诉士兵他的办法。与此同时，森林的密林之内，萧正用极快的速度在林中穿梭。很快他停在了一块树干之上，眼神凝重地看着不远处被火光吞噬的村庄。该死的家伙一定又是个昏君做的好事。而他旁边树皮
也被他抓得粉碎。就在这时，旁边的草丛突然传出沙沙的声音，萧立刻锁定了草丛中的那个士兵。士兵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没有恶意，我奉龙乡卫员统领之命，特意在此等你。听到士兵的话，萧却没有放松警惕，看向他的目光也变得更加冰冷。注意到这点后，士兵赶忙解释起来，龙乡卫并不想与屠苏殿下为敌，之前留下的粮食便是我们的太子。听到这话，萧才终于变得柔和不少。所以那次果然是你们故意的吗？士兵愧疚地看向了不远处的火光，只可惜那些粮食都是从这些村庄搜刮来的。萧反问是不是屠雁那个混蛋干的，士兵连忙摆手道不是，是赵卓，现在虎符在他的手中，严将军无法违抗，他搜刮前京周边，坚壁清野，想通过萧籍避战，耗死镇北军，所以袁统领暗中做了这些布置，让我留下与镇北军接应。萧听后陷入了沉默，无比淡然的回答，我知道了。接着他朝林中吹起了口哨，只见一只猫头鹰快速飞到了他的身边，我会将消息全部告知给陛下，相信陛下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士兵十分疑惑萧为什么不亲自回去报信，萧只是告诉他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说完萧快速消失在夜空，或许不久之后我们还会见面。在那之后，一面面军旗出现在京城之外，而每一道旗帜都代表着一处临时军营。看到里面巡视的士兵，我顿时感到无比兴奋，稳了稳了，这次是真的稳了。龙乡卫全被赵卓那老狗带走了，城里还能作战的兵力不足千人，我的好大哥这还不快来把我干爆。但很快我突然愣在原地，为什么那些家伙没有选择进攻？是历史上最可怜的皇帝，刚上任还不到一天就收到边疆郡王造反的消息，可知晓这点的我却没有任何难过，反而希望那些家伙可以造反成功。直到我看到敌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心底才感到些许不对，不是说有10万镇北军吗？为什么来到人这么少？难道大哥干我这个废物还需要分批次进攻？突然一道人影乘坐骏马走上前来，这不正是我那个举兵造反的好大哥吗？这时我用余光看到，居然有一个傻叉拉弓准备开干，我一个闪身来到他的身边，给朕住手，不然我把你脑子打烂，我破口大骂的样子瞬间引起了屠苏的注意。此时我正凶巴巴地拽着士兵的大脸，差点我的灭国大计就被你给毁了。这一幕也让屠苏感到十分有趣。屠业，你如今如愿成为昏君了吗？同以前一样，寻欢作乐，冥顽不灵，蔑视礼法。听到他的话，我顿时有些脸红。都要开战了还尽夸人，我知道你将这些当作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去扮演昏君，都是为了遮掩你骨子里的善良。原本还在风中飘舞的战旗此时也变得平静，在足足过了一分钟后，我才终于反应了过来，你特么用这种令人作呕的词语是在侮辱我吗？一时间我只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否定，但很快我又想通了他的用意，孤身临城外加无耻吹捧，他是在对我用嘴遁之术，他不想镇北军损耗，才一个人上前放嘴炮骗我投降，好兵不血刃的夺城，直接投降可达不成靖难兵祸的条件，今天不战个痛快是没法收场。于是我当即大喊，亏你号称战神，打个仗还腻腻歪歪的，搞什么阵前喊话的仪式感。屠苏摇了摇脑袋，随后抽出腰间佩剑，吾皇啊吾皇，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嘴贱，不过你有一点算是说对了。只见他瞬间变得无比严肃，一道极具威严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立旗号令。随着他声音落下，一众战士整齐划一的喊道，朱赵卓清君侧。那震耳欲聋的喊声和那无比挺拔的身姿，在夜光的照耀下是多么的令人绝望。恭喜系统成功解决靖南兵祸，并转换为成器让贤，奖励国力积分5000。刚刚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远在边疆的郡王太子便举兵造反，可他要反的根本不是我，而是那个夺走兵权意图造反的奸臣赵卓。一时间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讨厌影子。陛下，不能帮你搞垮这个国家，我要去死一死了，灭国的重任以后就靠你自己喽。随着那道身影渐行渐远，我只感觉浑身气力仿佛被抽走了一般瘫倒在地，可我还是不死心的朝城墙下的屠苏道，你称我为君，也就是承认我的地位。屠苏十分肯定地回答道，当然，臣这次上京就是来朝贺陛下登基新皇的，毕竟10年前咱们就约定好了。原来在10年前，屠苏对着小屠业诉说到自己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相比之下成为帝皇对他来说简直生不如死，王座皇权乃至这个姓氏都是对他的枷锁，而如今没有束缚的他变得十分洒脱，如今你履行了当年的诺言，我也就从那枷锁中解脱了，至此我便是你最忠心的臣子。听到他的话，我半晌都没说出一段完整的话来，只能矢口否认，这都是无中生有，你不要冤枉我。发觉他没有理我后，我又猛地想起刚刚那些士兵高喊的口号，所以你真的要杀掉赵卓？听到我的疑惑，屠苏一时竟没能忍住，爽朗的笑声响彻了城楼，只见他眼中闪过一抹浓厚的杀意，当然赵卓伪造圣旨意图谋害本人，又窃取龙乡兵符图谋不轨，臣已命属下王展率8万镇北军奋兵前往讨伐赵卓，届时将以赵卓人头为陛下登基贺礼。可当他将话说完后，却发现城楼上早已没有了我的身影，随后就看到城门处多了一个人影，下一刻我骑着骏马和他擦身而过，而我的目标正是那个叛逃的赵卓。赵卓老登的命谁也不许夺走，赵卓的命是我的。与此同时，赵卓的军营外每个士兵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皮鞭抽打的声音不断从敞篷内传出，赵卓无比兴奋地看着那被吊打半天还能一声不哼倒是条硬汉，不过私下和屠苏的人接触，该死，你背叛大前辜负陛下的信任，可是要诛九族的。
接着又是一边猛地抽在男人的后部，半个时辰后，赵卓才终于停下。突然，一士兵冲了进来，赵卓冷笑地看向了男人：“这地方是你能随便进来的？”随后又朝着男人说道：“你的手下擅入军机要地，该不会要杀了我国营吧？”男人强忍身上传来的撕裂感，随后大喊一声：“这里没你的事！” 滚！”元虎还想解释什么，男人又怒道：“身为龙湘郡，见虎符如剑陛下，你真想造反不成？”元虎浑身一震，反驳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赵卓走到元虎面前，拿出了那块金色虎符：“你是想抗旨吗？”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赶紧给我滚出去！”然而赵卓却将他打断：“这就想离开？我看起来像那么好说话的人吗？擅闯内营，冲撞长官，图谋不轨，按令当死吧！” 说完，他目光凶狠地看向了刘，口中说着一个个残忍的酷刑。突然，赵卓停了下来，果然还是斩首吧。说完，便举起长刀朝元虎斩下。突然，一只大手阻止了他挥刀的动作。赵卓也被手腕上传来的巨力吓得浑身一颤，而他们的目光都齐齐朝着赵卓身后看去，那厚重的喘息让赵卓如芒在背。就看到我那张熟悉又令人恐惧的面容，我无比愤怒地朝他喊道：“赵卓，别作死啊！” 男人吃力地挥动手中的鞭子，每一鞭都让将士心中的炙热减弱一分。可他仍旧不满足于此，还要砍下战功赫赫的士兵脑袋。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眼神凶狠地盯着他看。赵卓，你不要再作死了！赵卓浑身一颤，无比惊恐地朝身后看去。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做的到底有多么过分。突然，我一把抓住他的脑袋，你知不知道从刚刚起到现在你都做了什么？接着，我将他的脑袋对准了帐篷之外。赵大人，你看到什么了？赵卓刚要说什么都没看到，我一声暴喝，直接将他打断。八万！ 整整八万的镇北军正要来干你啊！你知道他们喊着什么吗？清君侧，诛赵卓呀！听完我的话，赵卓浑身颤抖不止。我要把自己玩死了！我继续冷声朝他道。在这个关键时候，韩龙相迎将士的心，赵大人你的作死功力实在无人能及。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可就真的没救了。可他却仍旧不信，口中仍旧低声喊道：“不可能！就当我将元将军的绳子割断的刹那。”赵卓突然癫狂的大笑起来，差点就被你骗了。只见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手握利刃，你会那么好心救我，一定是前金沦陷。 你才会出现在这里。还清君侧，说的跟真的一样。耀珠，扶苏也是先诛你吧。他突然的袭击也让我等来不及反应。突然，一道身影朝他撞去，撞飞他的人正是元虎。赵卓无比凶狠地看向这个打乱他的家伙，随即一剑朝元虎斩去，鲜红的血液擦过了我的脸颊，而那道坚毅的身影已经倒了下去。而他的眼中尽是失望的泪水。此时，长剑已经架在了我的脖子上。屠夜。 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听话，等出了军营，再把你交给新皇。不但能保下性命，还是大功一件。我冷眼扫过了这个没脑子的家伙，赵卓，你真的是该死啊！可他却笑得更加得意，一口一个朕。现在还不是任我揉捏，把你送给新皇之后，你的人我会一个个亲手料理。在朝堂上坏我好事的那群后宫，都得死。不过你也别太担心，那些女人原本就是我们选来接近你的工具，尤其是赵叔那二手货，早被我送过无数男人了，违背主人心意。 工具就失去了价值，那下场只有一个。他的话让我打心底感到无比愤怒。我回头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这个男人，用尽全身力气砸在他的脸上。赵卓瞬间被打飞了出去。他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知道我对你抱有多大的期待吗？可我还是无法容忍你干的蠢事。在他一脸惊恐的眼神中，我单手抓起他的衣领，再次挥拳砸向了他的脑袋。接着我又是一脚朝他的胯下踢去，击飞弹打得痛苦，让他忍不住哀嚎起来。看着因痛苦来回翻滚的赵卓，我只是冷冷朝他说道：“你之前说什么来着？不和主人心意的工具就应该被销毁。” 这别人眼中的废物皇帝，可实际上我却是拥有八块腹肌的绝世猛男。只因我每日和后宫享乐，都只是靠健身来练习点到为止，甚至为了举办二次元扮演连续三天没有合眼，同时还在认真学习这个世界的文字，这样努力的我，真的称得上是废物吗？此时赵卓已经被我彻底打倒在地，而他看向我的眼神早已变得无比恐惧。这时，一旁的声音将他吸引，居然是一个个身穿甲胄的士兵。赵卓无比愤怒地朝他们喊道：“为什么还不来保护我？”可那些士兵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齐齐转移了视线，这也让赵卓最后的底气荡然无存。而我此时已经从帐篷走出，一步步朝他走来。看着我那无比骇人的气势，还有那毫不掩饰、带有杀意的眼神，他终于绷不住大喊：“是老臣错了。”接着他直接跪倒在我的面前，不断祈求着我的原谅。可我只是不寒感情地扫过了他：“你真的错了吗？”赵卓哭着喊道：“我不该擅自领兵。”我一手拍在他的脑袋上，他当即惊呼一声：“我不该避而不战。还有就是，我不该密谋夺权。”可这些都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只是漠然的自言自语道：“财富。” 权力、军队，亦或者是王位，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真正在乎的是被我重用的人居然全都辜负了我。赵卓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听到的居然会是这个答案。我又再次朝他喊道：“给我大声说出来，你到底错在了哪里？”赵卓似是反问的自语道：“我辜负了你。”我当即一拳挥出，大声点：“我听不到！”一道泪痕顺着赵卓的眼角流下。我。 辜负了皇帝，我辜负了先帝，我辜负了前朝，我辜负了前朝子民，让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此话也让一众将士感到无比震惊，可他却还没有停下，无比悲凉地喊道：“我是前朝的罪人。”看到他那副痛定思痛的样子。
就连我也不由得为之动容。若是这样洗白的话，看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利用的必要。就在我放松警惕的时候，匍匐的赵卓突然露出无比阴险的笑容，下一刻就抓起手中短刃朝我刺出，一道鲜血瞬间洒向天空。可我的脸上却是一脸平静地看向了赵卓的身后。只见赵卓的身后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人影，我看到那人却没有一丝惊讶，只是轻声开口喊到他的名字：萧，你果然还是出手了呀。萧听后心中大惊，他早就知道我隐藏在军中吗？此时他的心中摇摆不定，似乎这家伙并不是那般废物。接着他将赵卓扔到了一旁，这家伙还活着，只是昏死过去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可我并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无比冷漠的低头看去。我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人的身上，可现在我才发现是我错了，我怎么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随即我抬头看向了萧，他的命就交给你们处理吧，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他了。系统的提示在我的耳边响起，国力积分增加5000。萧无比复杂的看着我离开的身影，仅凭一人降服了赵卓，还夺回了兵权，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久之后，一支军队出现在山峰之上，为首的将军高声喊道：前方就是赵卓的部队，准备布阵。这时一个士兵站出来看到，那是什么？王将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讶地瞪大了双眼。只见不远处的军营之上，竟有一道他无比熟悉的人影，正是他此次要击杀的目标，赵卓。明明一心只想着灭国，可我的帝国却变得愈加强盛，不管我如何作死，最后总能化险为夷，树立我高大的形象，这也让我感到压力山大。到底怎么样才能覆灭这个该死的国家？现在后宫对我死心塌地，屠苏也铁了心要保我皇位，就连那个计谋拉满的李天元都安分了不少，不用于我想要灭国的烦恼。李天元又开始揣测起我的心思，明明已经除去心头大患，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他任何高兴的情绪？突然他一有所感，朝着身后看去，结果就看到屠苏正一脸玩味的看着自己。突然屠苏对他做了一个必杀的手势，李天元瞬间汗如雨下，因为我还活着。原本三方微妙制衡的关系已经完结，现在态度对心惶摇摆不定的我成了唯一不和谐因素，也是屠苏想要干掉的对象。他看着我，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注意到李天元的视线，我也看了过去。微臣听闻陛下大发神威，首任国贼赵卓 A 实在是大快人心。然而赵卓正是从微臣处窃取兵符，祸乱百姓，臣疏于防范，也有大过，臣甘受责罚，望陛下免去臣太宰之职，以作效尤。我吓得直接伸手将他打断，朕现在没心情听这些，朕已经决定要微服私访，你的话就等朕回来再说吧。李天元哑口在原地，陛下这又是想要干嘛？于是再次开口道：请陛下三思。我厉声将他打断：你是在叫我做事吗？李天元心头一跳，连忙回答：不敢。殊不知我此次出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可以绊倒我的机会。北方草原有苍狼部落屡屡进犯，南方则有着堪比前国的金国，而在大前内部则有着号称信众百万的红袖军，这也正是让大前最头痛的心腹大患。前两个家伙距离太远，而红袖军正好是最好的选择，借助他们的手实现我灭国的大业。前国皇帝给灭国反贼当内鬼，这个剧本我喜欢。而我不经意间的笑容更是吓得李天元魂不守舍。与此同时，在大前的某处，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家伙聚集在此。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新皇登基3个月就平息了朝堂动荡，前国貌似气数未尽。那坏消息是什么？明明贵为一朝帝皇，却天天想着怎么覆灭我的帝国，而我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到反贼和他们联手将我拉下皇位。那之后我来到了红袖军的大本营，可我才刚刚踏入这里，就遭到了无数原住民的注视。萧在我耳边提醒到我，这里临近北方草原，就连屠苏殿下对这一带都很头痛。我不耐其烦地朝他表示知道，你一路上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可这一路上却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十分奇怪。这里明明是屠氏发迹之处，可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原来在500年前，屠氏先祖在这一带曾斩下一只巨龙头颅，从此获得了争夺天下气运的机会，而这里也被命名为龙兴。可如今这里名义上属于大前，实际上早就被各方势力渗透，红袖军更是直接驻扎在此。按理说不管是我那个老爹还是我那个大哥，都已经该无比重视这里，可现在却红袖军却早已将这里占领，就连屠苏也非要让萧跟着我，说不放心我的安全。屠苏也就算了，为什么那两个家伙也跟了上来？李天元突然朝阿莎道：陛下似乎发现了我们，你确定我们的伪装真的有效？阿莎自信地表示没问题，又接着小声询问到他：我们为什么要偷偷跟着陛下出京？李天元顿时变得无比凝重，陛下心机深沉，他保留我太宰之职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更何况屠苏还暂留京中就是为了给我威慑，警告我不要步赵卓的后尘，所以前京对我来说是凶险之地，最优解就是远离那里，暗中跟随陛下。这里面的道理你无需知晓，只要能让我们保持完美伪装就行。看着他们紧跟不舍的样子，我也彻底放弃，愿意跟着就跟着吧。突然萧将我一把拦在身后，而在我们的面前则是一群虎背熊腰的街溜子。看着他们那副嚣张的样子，我也知晓了他们可能就是盘踞在这里的红袖军。这时一个扛着大刀的光头走过来：你们的样子很陌生，难道是南边来的？又或者说是朝廷派来的奸细？萧此时已经拔出了长刀，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可我却让他把刀放下，心中更是变得无比兴奋。带我去找你们的老大。不久之后，我们跟着来到一处荒废的山洞，而在那些家伙簇拥的背后，正是此次我们寻找的对象。只见那女人抓起一只黑乎乎的蜈蚣，毫不避讳地吃进了嘴里。
道女将一只20米长的蜈蚣吃进嘴里，吃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将主意打在我的身上：你也想被我吃掉吗？我并没有被她的话吓到，而是反问她：洪秀君不是为天下流民敞开大门吗？我为什么不能来呢？可你的这副模样，恐怕不是什么流民吧？虽然穿着普通想要掩盖自己身份，但这份气度骗不了人。而你的随从更是让我感到一股如芒在背的狠辣。我拍手称赞他，真不愧是洪秀君的无道祖，没想到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实不相瞒，我是大金密使，奉陛下之命，趁这次前国动荡，专程来找洪秀君寻求合作。突然酒杯砸碎在我的面前，接着他无比愤怒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寻求合作，说得好听，都自报家门了，还何必藏着掖着？你们也是对大乾隆根有想法吧？大家心知肚明，又何必遮遮掩掩？你也是为大乾隆根而来的吧？我无比震惊的低头看去，你怎么知道我的龙根很？看着他那副随意的样子，难不成我的身份已经被识破了？这时他又再次开口：主宰天下气运的龙根就要现世，你们金国就是为此而来的吧？原来曾有过传说，每过500年，这里都会有黄龙现世，只要斩下其头颅夺取龙根，就能获得主宰天下的黄龙之气。黄龙上次现世，图是先祖屠天下斩龙后夺取龙根，获得了战无不胜的超凡神力。当时黄龙其实是被屠天下与结义兄弟楚人王联手斩杀，但楚人王除了换来一身伤痕，什么也没得到。这对原本可以彼此托付性命的知己，也从此因为此事产生嫌隙，最终决裂。两人决裂之后，在南北方各自立国，参与到乱世群雄争霸之中。屠天下凭借着黄龙之力的加持，让前国一统北方广袤土地。楚氏虽然也统一了慕容江以南，但国力完全无法与前国抗衡。如今500年时限已到，新的黄龙即将诞生，天下的格局应该变一变了。这时系统突然有了反应，居然解锁了新的灭国任务，这也让我变得无比兴奋。看来微服私访洪秀君这步棋果然没错。于是我激动地看向了吴道祖：难道你也想夺取天下吗？可他却无所谓的摆手道：我天生就是反贼的命，对那皇位没什么兴趣，倒是你们金国500年，想得到他快想疯了吧？明明是大前最尊贵的皇帝，却想着联合反贼搞垮自己的帝国。可女人却误以为我是贪图龙根的金国使者，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将我拒绝，而是来到我的面前不断地诱惑我：这片土地我才是最大的主人，只要有我的帮忙，天下也将唾手可得。只不过我凭什么帮你？又或者说你们能出得起什么样的价码？我看着他心中却没有一丝波动，因为在来之前我早就对他了如指掌。原来吴洞玄原本是凤国人，幼时村庄因卷入前凤之乱被屠灭，沦为流民。在流亡中他奇遇仙人，学会了医术与方术，并用他救治和自己同样出身的人，他以此积累声望，被流民们尊称为道祖，最终组建洪秀军，以推翻大前为目标。前世我在历史书上见过了太多这样的起义领袖，他们大多是被战乱与压迫逼上绝路的可怜人。虽然他和他们也没什么区别，但我知道这都是他的伪装而已。他的心中其实是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于是我对他伸出两根手指：我这次奉国主之命和道祖谈合作，自然带来了两条承诺。首先是灭掉前国，这方面我们和道祖应该有共同立场。可他却毫不留情地将我打断：你们想一统天下，就必须灭前，所以这并不算承诺。然而我却毫不在意。当然，所以我们还有第二条，我们国主立志做万世明君，所以他承诺会变法改革，建立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国。果不其然，在我说出这番话的同时，吴道祖显然有些异动。我轻咳两声继续道：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国主提出的治国理念。而我的心中更是冷笑不止，看我用现代人的思维给你们这群乡巴佬一点小小的震撼。随着我绘声绘色的文化输出，身后偷听的李天元却无比焦急，因为他居然什么也听不到。于是他转头看向阿莎：你能让我听到陛下说话的内容吗？可阿莎却有些神色担忧，对方也是方术高手，距离太近的话或许会被发现，不过我可以试着让他远一点。接着阿莎将叠好的千纸鹤扔了出去，很快千纸鹤安全地飞到了我旁边的小树上，而我们的谈话也成功传输到他们耳中。只不过因为距离太远的原因，他们听到的谈话都是断断续续的词汇。尽管是这样，李天元还是从这些话中发现这其中所展现的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宏伟蓝图。很快一道人人平等的话从中飘出，这次就连阿莎都不禁变得憧憬：好浪漫的想法。可李天元却直接失去了表情管理：荒谬，只是对古代人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想法，就让他们长久以来的世界观彻底崩溃。因为当年卫行律光是触及权贵利益便被五马分尸，我现在提出的普天之下人人平等，就是再来100个卫行律也不够分的。更重要的是，这居然是陛下亲自提出，一旦失败，连找替罪羊的可能都没有用，甚至会让整个大前都陷入无尽深渊。突然他将目光转向我的方向，可我那副自信的模样却让他陷入了沉默。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从他的心底油然而生，他居然感到了羞愧的感觉。相比于自己和赵卓还在为那点权势与陛下勾心斗角的那点鼠目寸光，陛下的眼光和境界早已胸怀天下，要创立一个大同社会了。在足足演讲了数个小时后，我才终于将所有的内容全部说完，而我也通过刚刚的讲说收获了众人的尊敬。吴洞玄此时也换上了一副笑脸：不得不说你的描述成功打动了我。我摸着脑袋无比自信地回答：当然。然而他却忽然变得无比阴沉：你真当我是白痴吗？拿这种谎话骗我？金国不可能推行这些政策，更不会做出这种承诺。说
你到底是谁？见我没有回答，吴栋玄更加确定了心中所想。你不是金国人，昔日楚人王立国之时，可没有黄龙之气加持，所以他不得已只能和江南门阀势力妥协。承诺共治金国，可如今的局面，就算是皇帝都不敢触碰门阀力。金国难不成会自断双臂为我们谋福祉吗？此时我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提出的思维政策太过超前，反而起到了不好的效果。面对数不清的大汉，我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突然， 萧兰在了我的面前，警告到那群不怀好意的家伙滚远点。可面对萧的警告，吴栋玄却是选择了无视。你是不是忘记了，这里可是我洪秀军的地盘，若是不交代清楚来历，你们都要死。可面对他的威胁，我却只是淡淡一笑，居然被你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钱国人。吴栋玄听后轻笑一声，果然如此吧。随后他轻轻抱起，咧嘴大笑起来。 你知道吗？我最恨的就是钱国人。我朝他大喊，让他等一等。我虽然是钱国人，但我和道祖一样，想要覆灭钱国。一旁偷听的李天元顿时瞪大了双眼，突然阿沙将他打断：“陛下有危险，我们要不要出手？”然而他的话却遭到了李天元的拒绝。我们要相信陛下。随后他有些期待的看向了我，想知道我面对这种堪称绝境的局面，要怎么说服吴栋玄。结果就看到我无比严肃的拍着胸脯道：“我乃大前太宰李天元。” 身为皇帝，我居然冒用奸臣的名号，而这只是为了更好的和反贼联手，一起来将我的帝国搞得天翻地覆。可一旁的李天元却差点直接气得爆了粗口：“你是李天元，那我是谁？”此时吴栋玄也一脸狐疑的看着我：“你真的是李天元？我十分肯定的告诉他，当然，我做梦都想推翻屠氏统治，建立大同社会。为此，我一直给屠千军那老鬼当牛做马，终于给他熬死了。”吴栋玄认同的点了点头：“我确实听到他前不久驾崩的消息，不过我还听说全城李天元和赵卓联合， 扶持一个叫屠业的废物登基，意图把控朝政。可惜那个屠苏居然回来力挺屠业登基，闻此我更是疯狂点头。屠苏那家伙不知道抽什么风，吴栋玄又接着说道：之后赵卓被诛，李天元虽然没被罢免，但也从此失去了消息。我还以为他已经被屠业给除掉了。我十分配合的点了点头，他确实想要干掉我。还好我在中心死士的护卫下逃出了前境，我声情并茂的样子也让吴栋玄放下了不少警惕。之前就听说李天元博学多才，谋略无双，方才先生的那番演讲确实配得上这个评价。只是 我所了解的李天元应该是个中年人吧？此刻我也不由得冷汗直冒，只能含糊其辞的表示因为我可能保养的比较好。随后我立马岔开了话题，重点是屠业那昏君若是不倒台，我那些治国理念也不可能实现。所以你是想模仿？魏行律吗？可在那之后，你还是想借助我的力量夺得龙根，自己当皇帝吧？面对他的试探，我却是无比真诚的表示：什么皇帝，狗都不当！我和道祖的目标一致，只想毁掉现在的钱国而已。我真诚的样子也让吴栋玄无比肯定。我刚刚说的绝对是真心话，只不过合作的事情先等等。说完，他将目光锁定在一旁偷听的二人。我需要先清理一下躲在一边的老鼠。下一刻，阿沙惊恐的发现自己的方术居然被强行解除，一道人影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偷听的挺开心的呀，阿沙立刻抽出一张符箓，可他的攻击却被吴栋玄
下一刻，一只玉手搭上了李天元的肩膀。你有个还不错的手下呢，有这么厉害的属下保护，你一定也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吧？今天还真是幸运，一连碰到两个大人物。我一脸绝望地看着那个被发现的蠢猪。此时吴洞玄已经发出了灵魂拷问，你到底是谁？我顿时汗如雨下，我刚刚才冒充完你，你该不会反过来冒充我吧？千万不要干这种蠢事，年龄根本对不上啊。在我祈祷的眼神中，李天元突然开口，少年从小立志当一名为国为民的宰相，可当他长大后却成了整个王国的毒瘤，王权富贵也不过是他手中玩物。原来在他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曾问过他到底为什么读书，那时的他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知道自己从记事起就天天与书为伴，随后告诉父亲自己也不清楚原因。他的父亲笑了起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圣人教导我们读书人的道之所在。不过我没圣人那么高尚，不管立心立命还是继绝学开太平，那都只是手段而已。你爹我想要的是名留青史。幼时的李天元根本无法明白这四个字的含义，他的父亲告诉他，人的寿命何其短暂，不过百年终将腐朽化为尘土，只有名字被记载在史书上，被人代代传颂，我们读书人的生命才能永恒。幼时的他听到这个解释，虽然本能的感到厌恶，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读书的目的。而在那不久之后，激烈的马蹄声在村子外响起，敌国的战士们侵占了这里，大量的村民不得已踏上背井离乡的征途。也就是从这天起，李天元才终于明白，所谓读书人的高傲，在生死面前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将他信念彻底摧毁的是一个因为饥饿快要死掉的男人。心存善意的他在看到男人的瞬间，还是将仅有的食物交了出去。男人夺过食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刚要安慰男人不要着急，没人和你抢，就听到一阵喧闹的声音。只见他的身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大批难民。吃完食物的男人面露贪婪地看向了少年，你还有吃的对吧？一个个难民同样重复着这句话，宛如饿狼一般将少年包围。这一幕给少年造成了不小的震撼，下一刻那群难民便已经扑了上来，然而他们伸出来的手却被一道身影挡下。少年意外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可他的父亲却只是洒脱一笑，接着将他推向了山下，而山上却传来了一声声贪婪的声音，怎么没有吃的？但是他也可以吃。一道道残忍的咀嚼声从山上传来，这一刻少年终于忍不住尖叫了起来，而他也终于明白了父亲说过的话，你当时说的那些只是手段而已，读书不为名，也不为苍生，只为在这世上留下一笔，不成为他者的残羹冷炙，而是成为掌握万民生死的凶手。直到先皇屠千军驾崩的那刻，李天元才感到些许遗憾，因为在他的眼中，先皇也不过是棋子而已。他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太医，医不好陛下的太医还有什么用？不过陛下大丧之日不宜见血，就将他们同陛下一同下葬吧。可他的脸上从始至终都是一脸平静。赵卓一路小跑过来，询问他之后该怎么办，可他却直接无视了先帝遗诏，无比疯狂的大笑起来。如今大权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此时的他也有了掌控天下的野心。然而吴洞玄的呵斥却将他打乱。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是谁？在我期盼的眼神中，李天元只是平静的将斗笠拿下，无比冷漠的回答道：乾元帝，屠千军。一旁的我直接无语的喷了出来，结果却看他无比认真的解释道：确实我还没死。朝内第一大奸臣为了配合我演戏，居然谎称是我那个已经死了的老爹。可就算是个傻子都知道，乾元帝前不久才刚刚下葬。忍无可忍的吴洞玄直接掐住他的脖子，你特么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傻波衣？然而李天元却并没有感到一丝惊恐，世人都知道你对乾国恨之入骨，若不是我走投无路，也不会拿自己性命来对你说这些。我恨那逆子屠叶让我沦落到如此地步，那逆子狼子野心一直伪装窝囊好色的假象，让我以为他是诸多王子中最不成器的一个。听到他的言辞，萧不由得青筋暴起，胆敢僭越先帝名号，你才是狼子野心。可李天元并没有停下，那逆子私下勾结朝内诸臣谋夺皇位，多年来他的势力已经渗透朝野，就连左丞相都成了他的人。不过还好有天元对我忠心耿耿，面对屠叶的拉拢，他假意归顺，暗中却一直为我谋划。无奈屠叶势力已成，我只好谋划假死退位，而天元则留在朝中挑拨屠叶与赵卓的君臣关系，为我复辟制造机会。可惜我们的计划只成功了一半，虽然赵卓与屠叶反目决裂，但另一个逆子屠苏竟然选择帮助屠叶干掉了赵卓，稳定了朝政。一旁的萧此时早已杀气外露，因为李天元说的所有话都毫无疑问地踩在了他的逆鳞之上。随后他充满期待地看向了我这一边，只等我一声令下就上去斩杀了这个僭越称帝侮辱皇室的家伙。吴洞玄开口道：所以你就像个败家犬一样逃到了我这里。突然李天元将目光锁定在我的身上，这段时间你一直扮演奸臣，刚刚还违背本心辱骂朕，实在是委屈你了。就在萧已经做好准备等待我下令的时候，却见我双手猛地握紧，用无比认真的神情看向了他。臣不得已辱骂陛下，实在是罪该万死。原本还杀气腾腾的萧瞬间僵在原地，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吴洞玄听后也选择相信了李天元，只不过我和乾国不共戴天，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吧？可李天元却只是无比平静地回应道：我只是个失去王位的废人，可就结果来说，你杀了我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乾国还在，这样轻松杀掉一个前任前皇，你也享受不到复仇的快感吧。吴洞玄听后却只是冷哼一声：弄死你一个屠千军怎么够？当然是要屠氏一族骨肉相残，杀得伯婆家王断子绝孙才好呢。李天元被他恐怖的样子吓了一跳，可我却直接跳了出来，大喊着：没错，就是要乾国覆灭，屠氏一族断子绝孙才好。此时我也明白了李天元的想法，赌吴洞玄对乾国的恨不会简单的除掉他，而是希望屠氏自相残杀，这样不但保全了性命，更可以煽动洪秀军颠覆乾国。想通这点，我对他投去了赞赏的目光。真不愧是你，我的灭国小能手。吴洞玄再次开口：所以你们跑来这里，除了拿走龙脉，还想得到我洪秀军的支持？李天元才刚刚点头确认，就遭到了吴洞玄的反对：别做梦了，就算我乐意看到屠氏一族自相残杀，但要让我拿洪秀军帮助仇人，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谁知李天元却早有预料，可若不是帮我，而是帮他呢？原本还傻呵呵的我突然停了下来：你特么不会又要背刺我吧？明明是一朝帝皇，却被反贼头子抓进了洞房行不轨之事。可目睹这一切的奸臣贼子不但没有出手阻止，反而真心祝愿我一定要成功。原来就在不久之前，李天元诱骗吴洞玄自己是前皇，更是表示自己可以放弃皇位，将乾国的未来交到我的手上。可我听后却一脸懵逼：乾国不是本来就是我的吗？他无视了我的诧异，继续道：我早就厌倦了皇位，如今我最大的心愿除了干掉那两个逆子外，就是把江山托付给可靠之人，就比如李天元就很不错。吴洞玄却全然不信，说了这么多不过是空口白话，我已经玩够了，想好怎么死了吗？李天元轻声一笑：空口白话吗？倒是我想的简单了。说着他将传国玉玺拿了出来：这个足够证明我的诚意吗？此举就连一旁等着看好戏的萧也傻眼，这也让吴洞玄一阵恍惚，难道他说的是真的？接着就听到他说：这就当是我送给未来国主和国母的新婚大礼。可还不等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一只大手就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吴洞玄满意的看着李天元：你的提议很不错，我很满意你的诚意。随即又朝我道：你之前提的治国理念我很欣赏，配得上当我的男人，所以事不宜迟，我们直接洞房吧。我被他的虎狼之词吓了一跳，结果下一刻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这个疯女人竟然敢偷袭我。不等我挣扎，
他又直接将我打昏了过去。就在他扛着我准备洞房的时候，却被萧一口拦下。吴洞玄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你难道也想一起洞房吗？原本还想说什么的萧瞬间满脸通红，未经人事的他羞恼的大喊道，下流。那之后李天元带着阿莎离开了这里。陛下，我把一切压在你身上，成为真龙吧，一定不要让我失望，一定要名垂青史。而在夜幕降临后，我已经被那个女流氓彻底玷污了身子，屋子里不断回荡着我那若有似无的惨叫。寄予厚望的奸臣宰相却幡然醒悟，要将我推举为万世明君，更是将我的头号反派头子变成了我的女人。就这样，在经过整整一夜的折磨，一声鸡鸣声打断了屋内的动静。几分钟后，房门突然打开，吴洞玄精神饱满地从屋内走了出来。刚刚出门，吴洞玄就注意到一旁守候一整晚的萧，注意到他的视线，萧恶狠狠地回应了对方。可接着，一只惨白的手突然抓住了门框，我那副受苦嶙峋的样子更是把萧吓了一跳。还活着吗？然而我却没有任何气力做出回应。此时我也不禁感叹那个女人的疯狂，但为了灭国，这都是值得的。不过李天元那家伙居然连玉玺都随身携带，还这么果断的将我卖了，还真是未来可期啊。吴洞玄十分鄙夷的将我打断，别回味了，先回总坛商议如何夺取容器。听到他的话，我感到极为不解，明明直接出发就好了。直到商议了半天后，我们才终于确定了方案，出发前往真龙出世的地方。可这一路上我却总感觉十分不安，似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终于在不知走了多久后，吴洞玄台终于停下，告诉我已经到了。直到我看清面前的场景，却变得无比震惊，这难道才是红袖军的真正总坛？突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将我打断，不，这里的好多人根本不是红袖军的人，那边带着蓝色三角图案的人是山河会的人，而那些举着天字旗号的家伙是黄天党，还有那些挂着伪善笑容的人是聚义盟的残党。我指了指那边凶恶的光头，那是五峰山的人，那边长得和野人一样的家伙，他们是海沙帮的人。他告诉我诸如此类的反贼残党还有很多，而且其中不少都被我们坤卫办过。听到他的话，我心道不妙，我这算不算羊入虎口？但很快我突然意识到，我要寻找的人才不正是这群反贼吗？虽然他们看向我的目光不够友善，可我还是忍不住露出兴奋的笑容，这可都是拜国的重要资源。我异常的举动也被李天元看到，心中更是无比震撼，真不愧是陛下，身处敌营仍然步伐稳健，甚至面露喜色。难道他早料到龙脉县市会有反贼在此聚集，所以想一举将其通通收服？这个长得眉清目秀的腹肌猛男却对着我这个有妇之夫抛起了媚眼。我被吓得一把将李天元拉到身边，我是前国丞相李天元，他是前任前皇涂千钧。听到我的回答，男人却笑得更深，小兄弟，你拒绝人的方法还真有一套。吴洞玄突然从我的身后出现，告诉他我说的都是真的。在见到吴洞玄的瞬间，身后的众人齐齐抱拳喊道，见过道祖。突然他回头朝我看来，你是不是有点失望？自以为昨夜与我达成交易就能获得红袖军全力支持夺取容器，没想到红袖军支持的可不仅仅是你一家。我说过我是生意人，做生意可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听到他的话我愣了一瞬，所以说我是被白嫖了吗？结果就听他继续道，我不想当皇帝，但所有有胆量做龙椅的人我都愿意在他身上下注，这次以夺取容器为契机，欢迎大家自由竞争。李天元瞬间明白他的意图，他是想用龙脉聚集所有反贼势力，并以此选出灭国的人选，不管谁是最后的赢家，他都将会是胜利的一方。于是他又担心地看向了我，陛下真的能够应对有这种心机与算计的女人吗？接着就见我无所谓的大笑出声，竞争对手当然是多一点才好玩嘛，反正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毕竟谁来覆灭前朝对我来说都一样。谁知我的一番话直接把他迷成了恋爱脑，我就喜欢你这份松弛感，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虽然在场有这么多备胎，但我觉得没一个能争得过你，恐怕唯一能与你竞争的就是南京那边的人了吧。听到这个地名我也有些惊讶，南京还真的准备来争夺龙气？可他却突然笑了起来，你之前冒充他们的时候就没想过处事后人真的会对龙脉无动于衷吗？算算时间，南京的人也应该到了吧。突然一阵脚步声从洞口处传来，只见为首的是一个满头红发的男子，而他的身后则是一个坐在巨人背上的女人。看到来人，吴洞玄却显得十分生气，我不是让你去接南京的人吗？怎么只有你自己回来了？谁知男人却无比狂傲地表示，去接他们是道祖的命令，我可不敢违抗，人我带来了。接着他将一颗还在流血的头颅拿了出来，这个一头红发长得像个二五仔的家伙却比我这个一招帝皇还要狂傲三分，甚至拿出一颗脑袋威胁吴洞玄赶紧把道祖的位置让出来给他。见我们谁也没有回答，陈思明直接将手中的脑袋扔了过来，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颗脑袋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金国此行的使者。吴洞玄气得浑身发抖，我让你去接应南京特使参加这次活动，你就是这样给我接应的。可陈思明不仅不知悔改，还咧嘴笑了起来，随后做出一副不关我事的样子，谁让这家伙太弱了，说着直接一脚踩爆了他的脑袋。吴洞玄眼中杀机尽显，我知道你对我不满，一直窥探我的位置，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事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点？陈思明无辜地打着哈欠，我对道祖的忠心日月可见，不过道祖想要覆灭前国又不想称帝，那我们做下属的自然要给道祖物色一个一统天下的人选，不过这个朱四道
金国的大亲王，号称什么江南第一猛将，统领破浪营，战无不克。他代表金国来夺取龙器，结果被来自草原的朋友团灭。在听到草原二字，我瞬间竖起了耳朵，接着就看到那个白衣女人笑呵呵地解释道，他们都是被我家阿牙做掉的。阿姨那十分不屑地把玩着手中的笛子，区区南金国弱的一批。下一刻，一旁的反贼头子却十分不屑地大笑道，听说北莽出了一个什么狗屁圣女，可在我等眼中不过是区区北方的蛮狗。听到那些反贼对自己的侮辱，女人冷笑道，你说的蛮狗难道是指我们吗？确实我们相比起中原的繁华属实差点意思。可我就想问了，既然中原这妖牛掰，大家的生活一定也很幸福美满，那各位冒着判死刑的风险扯旗子造反，是因为爱好靠反贼吗？听到他的话，在场的人个个义愤填膺，妖言惑众，妖女你就是个妖女。阿依娜呵呵一笑，我南下夺取龙器是为了结束分裂与纷争，一统天下。大家要是想投身一统天下伟大事业，可以考虑加入我们。下一刻，在场的众人眼中泛起紫色的光芒，嘴里还喃喃自语着，一统天下，名留青史。看到他们奇怪的反应，我却感到无比奇怪，这就被破成功了。可更让我感到疑惑的却是，我根本看不到这个女人的资料面板。紧接着，阿依娜张开双臂高声道，大家想加入我的麾下也要接受考验，因为我们只接受精英。听到熟悉的台词，我竟不小心跟着说道，不接受垃圾。此言一出，阿依娜无比震惊地看向了我，这家伙怎么知道这句台词？而我也赶紧试图掩盖自己，然而一个大汉却一把薅住我的衣服，你特么说我们是垃圾。我解释是他想说不是我。转而男人又看向阿依娜，难道你们觉得我们是垃圾？阿依娜嘴角勾勒，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费尽心思来到了反贼窝子，想要联合反贼覆灭我的王国，却不料在这里碰到了自己蓝星的老乡。他一句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瞬间引爆了全场，数百人疯了似的抄起家伙就朝阿依娜冲了上去。可面对他们的围攻，阿依娜只是轻声喊道，阿牙带我哥 carry 全场。下一刻，身下的阿牙爆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众人也被这愤怒的吼声吓了一跳。紧接着一道身影就冲入了人群，仅是瞬间便有数十人被他扭断了脖子，甚至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看到自己的身子和自己永远分家。看到那恐怖的一幕，我赶紧带着萧远离了这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先逃命再说。可尽管我已经很注意隐蔽，却还是被时刻关注我的阿依娜发现。阿依娜喊道，阿牙停下，先去杀了那边逃跑的家伙。听到他的话，我只感觉头皮发麻，老子就特么接了一句嘴，你不至于赶尽杀绝吧？谁知在女人的眼中，仅仅只是因为我不受到她能力的影响，故而成为了她的眼中钉。转瞬之间，阿牙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可他挥出的全力一击却被阿莎拦下，这也让阿牙短暂的愣了一瞬。不等他继续出手，吴洞玄已经一脚将他踩进了地面。在我红袖军的地盘如此放肆，是不是有点太不把我这个道祖放在眼里了？阿依娜微微一笑，冷静点，我们并不是敌人。接着他睁开了摄人心魄的眼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而那蛊惑人心的话语也不断在我耳边重复，那感觉就好像是有人在用大锤正疯狂砸着我的脑袋。反观吴洞玄，此时宛如傀儡般竟然停止了动作，反复重复着灭掉前国这句话。在阿依娜的蛊惑下，吴洞玄突然有了想要先干掉前任前皇的想法，随即他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李天元。阿依娜见状也有些意外，居然是前任前皇，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阿莎和萧不约而同地护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也在此刻明白那个女人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了。明明和我一样是蓝星穿越而来的倒霉蛋，可他的却试图想用言语蛊惑我做他的小弟。殊不知我非但没有如他所愿，还瞬间知晓了他能力的真相。要知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各种执念，而那个女人的能力就是把人心中的执念放大，再通过语言诱导，让对方成为被执念支配的傀儡。在阿依娜的不断怂恿下，吴洞玄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一步步的朝我逼近，这也让我感到头皮发麻。虽然我已经看透了那个女人的能力，但面前这个被蛊惑的蠢女人到底该怎么办？突然，我猛地伸手拦下了吴洞玄，臭娘们，他已经不是前皇了，干掉他并不能灭掉前国呀。听到我的话，吴洞玄猛地清醒了过来，眼神中也闪过了挣扎的神色。看到他的反应，我知道我的话起到了效果。虽然那个该死的女人可以通过言语诱导别人，但我也能通过语言漏洞反过来策反她。就当我暗自得意的时候，却感到一股杀意锁定了我，回头望去，却发现那女人正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看向我。接着就听她大喊，吴道祖，灭掉前国是你毕生的心愿吗？如今目标就在眼前，你在犹豫什么？你决心动摇了吗？随着阿依娜的声音再次响起，吴洞玄竟再次变得愤怒无比，那声嘶力竭的吼声更是让我忍不住捂住了耳朵。接着吴洞玄愤怒的一拳便砸在了我刚刚站着的地方，那疯女人的模样吓得我裤衩都湿了两条，这真的还是个人吗？虽说如此，可我却丝毫不惧地重新站起。吴洞玄，屠千军死了你就会满意吗？你真正的心愿究竟是灭掉前国，还是让中原变成没有战火的乐土？听到我的话，吴洞玄的脚步硬生生停了下来，随即抱着脑袋痛苦地叫喊起来。身后的阿依娜大声质问道，你为什么还不动手？我冷笑一声朝阿依娜道，人心中的执念可不一定仅有一种，就比如吴洞玄的执念，灭前固然是他心中执念，
可他心中更大的执念却是建立太平盛世，而你的能力无法选择具体放大哪一个执念，所以他现在要建立和平盛世的执念也更加强大了。随后我不顾他们惊讶的目光，对着吴洞玄发出了最后的灵魂一击。如果你被那女人控制，必将换来北方蛮族入侵，中原生灵涂炭的局面。你告诉我你救得了谁？说完这话，我露出无比自信的笑容。当心里两种执念发生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那他唯一的选择便是死机。看着吴洞玄那宛如智障一般的样子，阿依娜直接绷不住喊了一声卧槽。在吴洞玄倒下的瞬间，我快速来到他的身边将他接住。论打嘴炮，哥可是纵横各大论坛平台的斗宗强者，只用了三句话就让人人敬仰的吴道祖变成了一个只会阿巴阿巴的二傻子。说完我还不过瘾的看向了阿依娜，臭娘们，你算个什么玩意，还妄想跟我斗。这时场场内突然响起了骨头嘎巴嘎巴的响声，那个本应该被打倒的阿牙突然爬了起来。阿依娜不在意的看向了李天元，前任前皇不杀也罢，反正日后要南下中原，正好留他一条命作为妻子。随后眼神冷漠的扫过了我的方向。至于你，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杀了你。虽然没能成功控制住吴洞玄，但他因为两大执念的冲突暂时被废掉，没有他战力的阻碍，凭借阿牙的实力，在场已经没有他的对手。此时萧和阿沙护在了我的面前，对于那个傻大哥，他们都显得无比忌惮。阿依娜目光灼灼的看着被保护的我，大喊：“阿牙，杀了他！”下一秒，阿牙脚下猛地用力，宛如一条疯狗一般朝我扑了过来。我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那爪子就已经出现在我的面前，就这么停在了我不足十公分的位置。原来是萧将断刃刺入了他的手臂，才堪堪将他拦下的。阿牙发出无比痛苦的叫声，一旁的阿沙抓住机会甩出几道符箓扔在了他的脸上，无言三连破。随着一声爆炸响起，阿牙也被炸飞了出去，直到撞到了身后的一道墙。看着废墟露出来的那只大脚，阿依娜才终于反应了过来，刚刚飞过去的是自己的小弟阿牙。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对面的两个女，不明白为什么那两个不起眼的小丫头能击败阿牙。诸葛沙呼喊到一旁的萧，准备继续进攻，萧伸手将他拦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那家伙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与此同时，一声声警报声在阿依娜的耳边响起，只见阿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身上还散发着幽绿色的光芒，黑牙兽化灵戒指是否压制兽化。阿依娜眼神震怒，下一刻阿牙的头上出现了茂密的毛发，手指的位置更是长出了锋利的利爪。听着身后的苍井有力的呼啸，阿依娜嘴角微微扬起，就是这样才会有意思吗？明明一心只想当个亡国之君，可不论我怎么做都能引起别人侧目，将我再次推上王位，这也让同为穿越者的阿依娜感到危机十足，当即命令黑牙把我干掉。看着面前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阿沙不禁愣在当场，怎么好端端的人变成了一条狗，就连周围观战的家伙也感到匪夷所思，好好的人不当为什么非要当狗。此时黑牙正一脸凶恶的看着面前两个把他打飞的女人，下一刻黑牙突然消失在原地，接着一脚踢向了诸葛沙。萧猛地转过了脑袋，抓起匕首挡下了黑牙的利爪。黑牙大声怒喝一声，只是瞬间便已经挥出了十几拳。阿依娜平静地看着不远处的战斗，黑牙本是被野狼养大的孩子，本性嗜血无比，可现在你们却打掉了我用来压制他狼性的眼罩，真是活该。与此同时，萧被解开封印的黑牙打得节节败退，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忌惮，就好像疯狗一眼难缠。突然黑牙张开了血盆大口，狠狠的一口咬在萧的肩膀上。突然黑牙注意到重新站起的诸葛沙，接着咬住萧直接甩了出去。此时萧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可能打得过这个家伙。下一刻两人撞进了墙壁，我一路小跑跑到他们的面前，可萧却突然大喊让我离开这里。我有些疑惑地站在原地，接着就听他继续道，这畜生的力量和速度在我之上，我打不过他，现在只能靠那个小姑娘用符箓来控制他了。发觉没有人应答，萧才扭头看向了身后这个早已翻了白眼的女孩。萧这才想起诸葛沙昨天刚被吴洞玄用雷劈，今天又被狗打，该不会死了吧。他的心中无比绝望，屠苏殿下，我可能以后都不能辅佐您了，我怕是要死在这里了。就在这时，原本大步走来的黑牙停在了原地，而在他的身前则是五个拿着奇怪武器的家伙，